那以及还有我们另外一位嘉宾阿都，嗨，好的，好的。啊，这里不知道讲台语，哎，听台语。台语，讲台语。我还是讲北京语，比较逗。没关系，我们平常就好。我不是家乡的口音，人拢讲我是北京的口音，但是由古早以来，北京甲家乡的分别，虽然语言有了同款，不过嘛是即总有差异的，互人看。看头一讲，会面表面上语言是差不多，但是如果说不起，说的话太孤僻。现在我要讲的是，好，番薯、鸡毒、韩伯根，刚好不，刚好的第一个。无论你是人，还是人，到底是人，还有他们都是人，但是为什么他要补人我另外一个人就是他们？我们要讲，他有他的缘故。好，那高家庭好，是高家庭好，谢谢太。好，谢谢阿古，谢谢哈。对，他已经帮我开场了一半了哦。今天我原本呢，因为今天是由我们两位一起跟大家分享哈，所以我也想了很久，我们到底要应该怎么样来 share 好这一个讲题，然后怎么跟大家来呈现。然后后来想到说，因为我相信在座可能有一半的人，是了解阿古的，但是可能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朋友。好，其实可能说不定也才刚认识我们，或者说他刚从展场被介绍到这边来，有说不定哦。所以我会想想啊、哦，我是不是应该要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啊？然后呢，大概讲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一个概论之后，我再请我们的超级讲员，好，我的舅舅，我的亲舅舅哈潘英玉先生再来帮我们。补充一些，好不好？哈，阿姑，等稍等下哈，稍等，再请起来哈。好，其实呢，我相信很多人只知道八仔，不知道嘎哈布。其实即使你知道八仔，那都已经是很不得了了哦。因为一般的人，我想大半都还是以平埔族是一个族来做概念。然后每一回呢，我们都要解释很多。刚好这次呢，有机会大家都好好的坐在这边听我们讲讲看，好，什么是平埔族群当中的，跟八仔的好朋友的嘎哈布，好，好不好？八仔的好邻居哦。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嘎哈布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其实很早，其实很早，早在荷兰时代。那在荷兰之前。依照我们的神话传说，那当然就是，那绝对是上千年。但是呢，信史时代，我们是一定要用文字哈、来做一个呈现的话，那就是在我们荷兰时期的哦，户口调查簿上就用这个阿官博阿里哈。阿官的话，他其实呢，众说纷纭啦哦，有一个讲法是说他有点像是一个，就是用部落啊，他是一个部落博阿里。博阿里的这样子的讲法哈，也曾经有人想用阿布安把我们跟八仔做一个整合，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名单上面，我们同时出现了哈阿布安这个字，好，因此他们觉得我们也许可以这样子叫做阿布安人。那结果呢，经过了非常热烈的讨论之后，还是破局了哈。我相信阿布你应该怎样哈，阿布安只是讲好好淡姐害羞淡姐而已。好，你干死你然后再来，绿永和的这个《滨海纪游》里头，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知道这本书里头，他有讲到野蕃呐、啊，社人呐、啊。其实他指的，其实野蕃呢，他指的就是泛八仔的这一块。
好，因为相对于像是帕普拉哈，就是说清水这边的平埔族群比较早接触到汉人的话，他们眼中看我们就是野蛮。好，我们是等于说那个时候我们还住在伊甸园里头，非常的快乐哈。然后再来就是黄淑静，他的番薯柳考里头，他就提到了暗林啊、博阿林、阿里石哈这些等等的哦，就是所谓现在的外界在讲的泛趴仔啊。那他这边还有提到说博阿里普仔里就是那个博阿里哈，他逼近内山啊，然后奸出杀人。其实还有另外一句话叫做雨生般无意啊，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嘎哈布啊，跟这个泰雅族跟白茅台的泰雅族呢，我们是毗邻而居啊，所以我们也是有一些血盟的这样子的口传。因此呢，我们在外形上其实跟泰雅跟当地的泰雅族也蛮类似的哦。好，然后再来我们看一下，就是遗传子之障，后来到普遍调查以后呢，他做了一个比较细致的这个处理分类，然后他把我们的就是各社的社名都写出来了哈，就是像淡蓝蜈蚣轮啊、流年山啊、守城分啊这些都写出来。那另外就是像后来这个廖汉成呢，他后来呢，他也有帮我们定调，就是说丰原以东呢是卡哈伯，丰原以西是巴贼。那另外我这边再补充一下，就是说我上次有听到那个瓦里斯诺盖，他告诉我，因为他是双旗部落的，对不对哈？可能有人知道，他说我们那边是说蜜蜂山以东是卡哈伯，蜜蜂山以西是巴贼啊，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将来希望有机会可以到那边填掉哈。好，那我们还好才用了五分钟哈。好，那我们这边再看一下啊，我们的地理位置。这条叫美溪非常明显了。那我们在展场，我们在总图的展场那边，我们地上也用了美溪啊，来做一个视觉化呈现。希望你们有空也可以去看看哈。我们把这条美溪就搬到那边去了。那我们看一下美溪的南北两岸。就是守城跟牛眠，守城就是我跟我舅舅哈，我们的部落啊，牛眠山我们两个是同一个里的啊，都是叫牛眠里。然后大南跟吴公伦曾经一起是大南里，那但是后来现在分属两个里啊，这是我们目前的所在位置啊。那另外呢，我们在往这个仁子关的半路上啊，也有就是有一个地方叫做就是赛德克的南丰村梅西部落那边哈，我们也有我们的族人啊，也是因为当时我们因为守爱啦，或是说做生意啦，我们逐渐往雾社的方向迁徙，然后又从雾社再迁到那个本阿拿，就是那个枫树林哈。然后这本阿拿跟我们的就是跟我们这四个庄之间呢，其实也有散居一些族人啊。那另外就是说，在翻过山的另外一边，就是那边不是写一个山吗？那其实它就是守城大山，翻过守城大山的另外一边还有很多我们的族人哈，当时开发惠孙林场，那个地方是梅园，就是泰雅族的梅园部落，就是我们走来走去好像都会跟那个就是跟那个吉乌利，就是杰奥列，就是那个泰雅杰奥列在一起哈。好，这个位置的话，其实呢它是在普里的，好，我们看一下普里的东北角。那上面写梅溪四庄嘛哈，我们看说，这边其实还有一块，但是早期这边都没有人居住的哈。后来我们也搬来了两个客家庄，内埔跟九琼林。好，那都是已经是在后来开山抚番之后，日治时期的时候他们才搬来。所以在当年的普里来讲，我们的位置就是怎么讲？就往北呢是什么？是泰雅族，往南是布农族，我们翻过另外一个山，布农族人他们叫对面山西本哈，然后再往这个东过去的话，因为这边是东北角嘛，往东是谁？是我刚刚说的仁慈关之后的谁？就是赛德克，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这个位置，当时我们有这么多的族群从西部迁过来，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我们平埔第二次大迁徙的时候，从苗栗到云林之间。各个部落到现在是五族到七族这么多，迁到埔里来，但是我们由我们嘎哈布来戍守在这个位置，
因此会是怎么样的情形？我们住在这个地方，那势必一定是非常的，真的每天都是过着胆战心惊的日子啊。当然我没有经过那个时代，我舅舅也没有经过那个时代，可是我们都听过啊，老人家里头讲到一些故事，或者像是翻佛鬼的传说，其实我们都可以去拼凑还原当时的那种紧张的感觉哦。好，那我们刚刚都知道我们噶哈巫有四个村庄，对不对？哈，所以其实普里一直有一个讲法，就是叫细真观。那我们如果我们到我们的展场，就发现，哎呦，我们好像每一块很多展板上面都会提到细真观哦，哈。那而且不止细真观哦，哈，到处都是观哈。这是那我们前面的那个很大的那个帘哦，就是它上面那个布条啊，上面也是写那个过番年，然后里面还翻婆鬼哦，过番号赛毛番四专番，这其实在台湾其实是非常罕见的情况。我一直到最近啊，我都还有听到人跟我说，从那个小林业绩回来，哈，就不久前的事情，然后他会说，哎，我们经过哪个村庄，千万不要提到番这个字，好，那人家都会不高兴。像南部话讲嘎嘞是不可，是一个禁忌，对不对？然后整个台湾番都是一个禁忌，像很多原住民一听到番，好，一定会跳脚。可是很奇怪的是，在我们这边，我们却会叫自己叫番这样子，就我们自己会对号入座。因为所谓四庄番哦，其实也有不同的想法，就是有人会讲说，可能还有什么短头番呐、啊，细真番里头可能会有艾兰呐、啊，有的时候会有当雷番，就是蓝神的哈、哦，然后有时候会当压族的哈、哦，都有哈、并不一定是说哦，他一定是把我们四个部落哈、都含刮进去哦。可是呢，我们自己却会去对号入座。那但是到最后，当然就是说，这四庄班完全形容的就是我们四庄班，这是普里大家公认的哦。那我记得那时候刘环月他在他的20年前的书咯，寻访台湾平埔族，他也有提到说，他说奇怪，我跑遍全台湾啊，好、哦，只有就是每个人听到班都避之唯恐不及，只有来到你们这里，就是你们四庄里头，居然我们可以大拉直接讲示范。那我也曾经想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为什么我们可以这么已经到了要去强调我们是班，然后或者巫术很强这样一下？那我自己后来，我到目前我的结论是觉得说，其实我们处在这种边界地带哈，我们处在这种边界地带，如果呢？你允许让别人去传说说我们是很强的，我们巫术很强，我们很翻，其实对我们来讲也未必不是好事。因为比如说像可能在座各位都知道王明科他里面他那个枪战汉藏之间呢、哦、那本书里头有提到无毒不存在，各位有听过吗？无毒不存在这个理论，那意思就是说其实外面嫁来的女人都是有毒的哈、哦。然后呢，那虽然说这些坏女人呢，就是存在，其实对我们来讲是个威胁。可是呢，没有这些人存在的话，其实我们也会就是不安全啊。所以我觉得有点像这样情境，就是我们可以利用这样子的一种传说的普及啊，然后也成为我们的一个边防的巩固的力量，这样子。好，那我这边哈，有提到说，就是因为我们不是就是在赛德克泰雅跟布农达包起来之间吗？哦，然后他们其实不知道什么叫四番，哦，他们只知道我们卡哈布的巫术很强大，还有就是，哦，这边有提到说我们有扩散到之外的地方嘛，哦，好，那哦对，另外还有就是说，对，另外还有就是说，因为我们，因为过去我们现在有一个法师，有一个巫师，他就是他的 case 还蛮多的，他常常哦接到一些，他可能要就像现在的法师一样，他可能要到处去，就是去台中，去甚至到台东哦，去接 case 哦，所以呢，我们的噶哈巫的名声哈、哦，其实也透过他，或是说透过一些可能走河畔月岭古道，不是南高月岭古道翻山到后山去的人，把
我们埔里的巫术传说带到这个后山去，所以我也自己也跑到后山去做了田调。那我发现说，大家都不是用的都不是翻婆鬼这个名词，好，但是呢，其实都是指的都是同一件事情，在后面可以跟大家聊一下。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其实是我们世宗的多元信仰，对不对？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我们的整个一个宗教变迁的发展啊。在十八世纪前后，其实我们约莫大概就是说1731年那一年，不是就是大甲七社事件吗？各位都在座都知道嘛，因为大甲七社事件就是我们平埔族群的巫社事件，就是因为说清朝给予我们太多的劳役，然后以至于说我们反抗清朝，好，所产生的一个事件。那在那个事件之后呢，那我们噶哈巫就归八子管，也就是按理大社他统管了像乌牛兰、阿里史跟博阿里峡，所以说在那之后呢，这个张嘎金也就是说当时成为我们总通事的那个客家人客家朋友对，我才讲到客家人，那个老师就出现了，客家老师出现，好，那你正好赶上这一段。好，我们张嘎金先生呢，他其实带了很多很多的汉式的信仰进到八仔族来，那因为我们又归八仔管，因此呢，我们当然理当就是也接收到这样子的一种洗礼啦，宗教的洗礼。本来呢，我们祖灵的部分，这是没有问题嘛，在就是张达金来之前，其实都还，我们应该都还是蛮完整的。那张达金来之后，张达金管理我们之后呢？他带来了什么？妈祖信仰，因为清朝的国教是妈祖嘛，土地公信仰，还有呢，比如说屋梁，我们的那个房屋会上梁的这个仪式，这个原本也不是我们南岛民族会有的哈。然后再来就是符咒的改变，就是他会有那个，比如说三清教主的那种，就是符啊哈，符箓的东西，然后进来以后，那当然就会跟我们的巫术哈，会有一个。也许是一个叠合啦，因为这部目前我还在研究当中啊。然后他也在那个时期也把我们的巫术用那个闽南语写下来，这也都是出现在那个时候的文献当中。那我们再来看啊，后来呢，在就是1871年前后啊，因为那时候当然大家知道八仔族，一想到八仔族就想到基督教，对不对？那时候我们基督教是最强大的，因为是集体改宗，集体改宗，然后再来就是接下来就是祖灵，当然祖灵信仰其实那个时候我们的族人都还是有在，就算有在我们这个过百年的那个时候会来祭祖，一直保留到近代都有哈，可是它已经式微了，它跟汉教其实像那个时候我们很多很多像。族人担任当批的啊，这种都就是都有出现在很近代我们的家族的回忆当中啊。好，那像土地公的信仰，因为我们从狩猎转到农业，好，转到种植以后，当然我们有很多的时节啊，都必须，可能我们遇到很多农业上的很多就是要跟祭祀相关的时候，我们就会来这个拜土地公。好，那再来就是之后，目前我们的状况就是汉教、基督教主灵哦。那汉教的话，其实我自己个人认为啦，应该已经四分之三强了。我们的就是外界对我们来看，我们还是觉得说，我们好像基督徒很多哦，跟八仔一样，然后还有所有的宗教变迁的论文呢，千篇一律，就是把我们摆在八仔之下。来讨论宗教变迁，但其实我们他没有想到说，其实我们基督徒已经这么少了哈，就是少到说，就是我们两个教会，我们目前我们的梅西南北岸各一个教会啊，我们的主日崇拜的人数啊，都不到百人啊，可是我们的总人数，我们四个庄的总人数目前超过8000人，好。那当然不是说每一位都是噶哈巫啦，不可能，因为我们也有招汉人进来啊，进来住啊，或是也有外人
来这边搬进来住的都有，可是呢，它基本上还是以噶哈布为主体，好，所以其实你看这么少的一个比例哦，那当然对基督徒来讲，他们可能会说，哎呦，怎么好像有点被教的那种感觉？可是其实这样子我们就知道，基督教之前其实是先兴汉教的，所以到底是谁被教？那当然，我们会集体改宗一定有它的原因。如果说今天像很多人在探讨说原住民的改宗，基督教是一个文化的杀手，他扼杀了种种的，就是说他有排他性，就是主耶稣是唯一真神等等的这些，可能会限制你的文化发展。可是后面我们就会继续谈到，事实上是如此吗？如果我们是这样子来讲基督教，那就太浅了哦。好，那这后面我们都会再说明哈。那我们在这边看主灵，在这边我们会有一个现象，就是，我们的主灵会是以犯太祖来作为一个代表性啊。那犯太祖的样貌却是很像，就对很多人来讲是很像汉人的。你要来看一下。好，我刚刚讲到是我们宗教变迁的概论嘛哈。那现在就让大家看一下就好了，就是说，这字非常多。好，其实我们有很多，我们有一些神话哦，其实说让你们稍微了解一下就好了哈。主要的，它还是在这个，就是这个第三行萨摩盖西跟瓦拉盖西，好，这两个人，这两个姐弟啊，这是一个蛮典型的神话故事，相信大家都从泰雅族啊，或是像是那个塞夏族，都有看到这样子的故事形态，对不对？啊，然后我们这边还有就是说。我们夫妇两个人后来你看姐弟结婚以后，夫妇两个人用那个刀子把自己的身体切成小块，然后每一小块都变成了，这个也跟塞夏的挺像的哈、所以那个李仁奎教授觉得我们跟塞夏族，似乎原本是同一个语族了哈、就是说他这可以大家可以参考看看了好，大洪水神话，好，那其实同样也是。其实都是因为不同的版本的关系了哦，但我们会把这个就是把它奉为开国神话。大洪水神话，我们在这个版本当中比较特别的部分，就是大家可以从这个神话当中看到我们这个族群是多么的巫术这样子哈、因为我在别的神话头好像比较看不到这样子的讲法。你看到说两人在大水来时哦，他们爬在竹枝上。因为竹子本来就是我们在中部族群一定都会有的一种植物，对，我们一定会依赖竹子。好，那所以这边也出现了，爬到竹子上，然后呢，所以因此今天竹子为什么都会它的竹梢都会下弯，就是这个原因。然后呢，两个人爬到竹子上以后就开始念咒语，看到没有，把洪水念退了。这是出现在我们的神话当中哦。好，那。当然有人说神话可能是可以去追加回去的，哎，你可以看到说我们这个族群啊，巫术对我们来讲哦，其实就是非常生活化的，好一个记忆，好一样又是生了肉块哈，这是刚刚的另外一个版本哈。好，那我们再看一下哈，就是我们的原始的神灵观哈，因为我们认为万物皆有灵，其实就是泛灵信仰嘛啊。那你看到我们这当中有。我们有水神啊，我们有火神啊，有露水神啊，好，那这个部分其实在生活当中呢，我们现在目前呢，其实只剩下犯太祖，不好意思，我这边没有把那个犯太祖给放上去，那待会我们可以在后面犯祖的那个部分我们再来解释哈，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这些已经视为的。那我就想水神是这边是阿布茂嘛哈，还有名字，而且呢他是有太太的哦。我们这每一位神都是男神，那也就是说也许我们曾经有女神，但在魏慧玲他来调查之前的那个时候了哦，我们已经失去女神信仰了哦。那女神信仰通常是跟树有关系，那我们的名字也都是用树来命名，所以这也是一个我们可以研究的方向哦。那水神这边就是我们用水王宫，这个是因为我们在我们四个庄里头，就是我回到原来那边好了，给你们看一下哈。好，这个大男，
好，我这个田调是在大南采到的了哈。大南这个部落呢，他们因为大南跟牛眠哈，大南跟牛眠这两个哈，他们两个就是一直都有在七月普渡的习惯。但守城跟牛眠，守城跟蜈蚣轮是因为他们比较离梅溪很比较远，有一段距离。然后这两个牛眠跟那个大南比较近，所以他们每年都有普渡的这个习惯。然后但是现在的居民已经不知道他们其实是在拜水神，因为他们都会说我们是在普渡，普渡那个什么东西，知道吗？普渡九波。那可是关于这个部分呢，其实我们看台湾所有的，就是台湾本身没有什么水神信仰哦。如果你在普渡会拜水的话，通常在海边，而且你会有那个就是水灯嘛，要招好兄弟一起上岸来共享，对不对？我们的普渡的食物，但我们没有放水灯，然后台湾也没有在河边普渡这样子的习俗。如果有的话，在座有话请你们告诉我哈，这样会后没麻烦你们告诉我。就我现在目前我是没有听到说，除非那条河溺死了很多人，可是我们这边并没有哈。然后再加上说，当时魏慧玲来调查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定调了，就是说我们其实就是在祭拜这个水神。那我们现在还有族人也是有听到老一辈有讲到说，水神会爬水楼，水神会带水路，因为我们梅溪到那个夏天的时候会很容易泛滥，所以说刚好在那个时候就是普渡的时候会来拜水神，就是把它结合在一起。那我后来有采到一个田调，就是水王公他们就称他们这个水神叫水王公。那关于这个水神的部分呢，为什么我们说带水抓水楼是什么意思？其实我们的水神并不是来帮我们带来风调雨顺的，他是让大水泛滥成灾的一个神，所以我们其实是拜托他请你水路带好一点。因为我们以前会在梅溪的河床上会有种田嘛然后那个水带好一点，不要冲到我家的田上面这个我们在座也有族人其实也听过这个传说所以我们的水神不是和慈祥和蔼的神但我反而要去讨好他有点像河伯的那种意思好，那再来火神的话，火神其实是巫术之神。如果说当我们如果说我们的黑巫术如果他要成巫的时候，他其实必须是要到火旁边，后来就到灶旁边了。所以因此呢，就是也有这样子灶神的这种演变。可是至今呢，其实已经不是那么明显，因为毕竟学巫术的人并不是大多数人那再来说露水神这位他其实他很有意思，是露水神，你看水火不容露水神其实就是火神的克星。那露水神存在的意思露水神现在也没有了现在没有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巫术视为了，所以他已经没有他的功能了。但是像我们都知道如果说我们要消灭翻头鬼的话，我们一定要怎么样？荡楼罪，荡楼罪是怎么是就是我们要把那个过去是用剑我们会使用弓箭的年代是用剑，后来呢我们使用枪支以后我们就改用枪支，所以嘎普其实是有猎巫的就是可能很多人可能不太习惯，说我们台湾怎么会有猎巫？那个不是那个中古世纪欧洲才会有的行为吗？所以我这边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泰雅族也有猎巫然后像台湾族他们也会把他们的黑巫师把它囚禁起来他把它隔离起来，其实都是有一种就是猎巫的一个概念在里头，就是他们其实是非常讨厌这种人的存在那如果我们今天把这个枪支放在露水之下经过日月精华的照拂，有人说三天三夜，有人说七天七夜，然后他就怎么样，他就得到了露水神的加持，对不对？这把枪才能够有效力。然后我们如果你一定要趁其不备，就是翻婆鬼他其实很神通广大，所以如果你不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其实你还是打不到他。那你打到他以后呢，他身体不会烂掉他的伤口不会烂掉，
然后一直到可能两三年之久，好，一直到你把那一把枪给他看以后，他才会断气。当然这部分我就轻轻带过去，之后我们来请我们的那个我舅舅来，由他嘴巴来讲出来，一定会更生动哈。今天就大概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好，好，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啊、哦，多元信仰啊、哦。好，这一样上面就是我把刚才的那个就是我们的那个范林的部分啊、再重述一下。然后呢，我这边有提到阿布达达万，阿布达达万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呢？各位你们有没有发现都有阿布，好，对不对？啊。阿布达达万啊，阿布茂啊，阿布盖蒂啊，阿布麦加达达木，这些全部都有阿布。阿布的意思就是，我们一般生活中我们会说阿布是长辈，阿公啊、阿嬷啊，这些长辈阿祖啊。可是如果说你今天讲到祖先的话，就是阿布阿布啊，叠字。好，那我们阿布达达万呢，其实就是众神灵当中的最高神职，也就是我们。今天我们吴公伦在拜的翻台祖庙的主神，嗯，那但是你们看到我们有一个始祖神，就是这两位就是有点像住在伊甸园的亚当跟夏娃一样，哦、嗯，他们没有阿布，他们就是有一个撒翁盖西跟瓦拉盖西，表示你看哦，如果我们现在用赛德克啦、太阳啦、啊，或是阿美，这些都是子亲联名的嘛。就是你爸爸的名字是跟在后，爸爸或妈妈的名字是跟在名字后面，所以你们这样看哦，也就是说，撒翁是我们的女生，就是那个始祖的，我们的第一位女人啊、哦，叫撒翁。然后巴呢，就是他弟弟嘛，哈、哦，好、哦，那他们后面他们都姓盖西，所以啊、哦，他们其实一看就知道就是有姐弟关系的。好，然后我们看一下哈、哦，就是。阿布达达万，他其实因为他是没有，他身上是没有任何功能性。你没有发现说，我们刚刚提到的很多神，他其实都有他的职务，都有职务神嘛。但是阿布达达万呢，他本身他是最高神职，好，所以他有点类似像是那个周族的哈摩跟那个泰雅族的，所以泰雅族是只有一个神，然后他们只有一个神。我觉得地位有点类似像这样，就是他是没有公职务在身上的哈，不够就是那个太阳哈，就是没有，但是他是我们的最高神职啊。如果但我不能这样讲啊，然后因为我们这边在场有基督徒哈，就是他有点，我觉得他有点像上帝的这种位格哈。好，那在我们吴公伦这边呢，有一些传说，这个待会再介绍好了哈，待会分别再介绍。好，这就是刚刚，如果还有人刚刚还没有到的话，你们就可以大概 feel 一下了哈。我这边有在整体再做一下整理了哈。好，这就是我们的班太祖，就是阿布达达万。揭晓，那你们看一下他是不是他的造型？很多人就会觉得说，这不就是他还戴着官帽哎、欸？对啊，这根本就汉人啊。跟各位，你们有没有看到不一样的地方？有没有可以告诉我，你们看到哪些不一样的地方？跟一般的汉人的神职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有人有看得出来吗？尤其我比较喜欢互动啦、啊、哦，今天我也跟在讲，有啊，拿剑，那是剑吗？枪，枪。哦，有剑有枪，还有什么武器可以全部？但说出来看看。令牌。长矛，没错。好，令牌。就右手那个。哦，那是角度的关系。不知道。对，那是角度的关系。再想想看。是的，没错。好，很好，就讲半刀就可以了。半刀，还有长矛，没错。啊，还有什么地方不一样？他，你们是不是看到他浓眉大眼？一般的汉人的神明啊，其实都会做的比较就是慈眉善目，啊、哦，不会这样子杏眼圆睁这样子啊、哦。还有他的耳朵上有戴什么？耳环，啊、哦，但这耳环不一定是完全正确的样式了哦，因为如果按照那个我们的遗址的出土的文物看起来的话，那个时候其实都会有耳诀嘛，啊、哦，
尤其是那个我们中部地区，其实都出土不少遗址哦。那个耳蕨还蛮常大量出现的哈。好，那所以我们看到，其实我想这个戴冠帽啊，无非就是因为这个工匠本身是汉人嘛。那神灵本来就是会有一种加官进爵的这种意象。好，那我们其实隔壁啊，其他两旁还有坐着谁呢？还有坐着三太子，为什么？那还有财神爷，那个财神爷当时我们现在一般人啊，一般我们社区居民的一个现代人的价值观，所以会有财神爷。这两边会有三太子的原因，是因为啊，当时啊，据说啊，我觉得用一个传说来讲比较传神一点的，我觉得很有趣，就是据说当时有一个老人家哦，他因为我们埔里中部的山区本来有黄金，哈、哦，就是垦金，就是他那时候有一个职业，就是去淘金就对了，哈、哦，到山里面去，在奥万达那里，然后呢，他们就听到那边来工作的赛德克族告诉他们说，哇，你们部落有很厉害的老人家带着小孩子哎。好，追到我们春阳来啦！哦，意思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我们不是在边境吗？哦，所以说这个番太祖他在这边的功能就是什么？他会保护我们啊！哦，他会在赛德克来出草的时候，因为我们那时候也是大家彼此出草啦，借人头没有关系哦。那番太祖会显灵，然后他会带着一个小孩子脚踏风火轮。出现在现场，然后他一路追回人家的部落去，所以呢，他又透过你知道他去工作的时候，人家告诉他。不过这样想想蛮奇怪，是哎，那个淘金的年代不是都已经在民国之后了哈，那居然还会告诉他说，哎，你们老人家带着小孩跑来我们部落这样子哦，追赶部落，所以这个时代上是拉不起来，这也就是田调的可爱之处啦。但是其实这边呢，就是要告诉大家，是我们当时是很险恶的环境，所以我们必须要靠很多的神明来保护我们边境的安全。因此像番太祖哈，他原本是一个没有偶像的一个神明，可是他在我们逐渐跟汉人就是接触以后，他也神格化，然后变成道教的一个，当然他也不能算道教，因为有很多人说这个是阴庙阴神，所以说在蜈蚣仑这个社区啊，在蜈蚣仑这个社区有很多人是不拜的，因为就觉得他是阴神，然后会来拜的都是卡哈布这样子。可是他又坐落在我们非常明显的就是蜈蚣仑社区的入口的通道。好，这个呢是在2015年哦，因为番太祖他长期以来一直都是用炉煮的方式在供奉。他那一年说他显灵了，他降机，他说，不要，应该是降机在跟炉煮相关的家人，跟女性的身上。他说我已经流浪太久了，我真的很想安定下来，你们不要再把我这样子就是推来推去了，我一定要安坐这样。后来才在2015年的时候，就是由族人自己有合资哦，然后盖了这个平埔番主庙。那这个画面是我们在中间的这位面熟吗？他刚刚站在这边哈、哦，就是我们前理事长我舅舅潘应瑜哈、哦。就是每次呢，我们有这个过年的祭典的时候呢，那我舅舅就会担任这个主祭，啊、哦，那两旁都是我们的李先士，啊、哦。前面有我们的贡品哈，那这一年是2015年的我们过番年的时候的照片，也就是说那一年他安厝他落成，就是平埔番主庙落成的那一年，然后我们就把刚好也就是轮到蜈蚣仑举办过年的那一年，然后我们就在庙的前面好合影这样子哈，那而且我们也在庙的广场这边来举行我们的这个过番年的祭典，所以他番太祖他其实他的位置，番太祖庙的位置其实已经是一个就是社区入口处，而且是最明显的一个地方，最明显的地方，也就是说，他已经是不可忽视的一股灵界的力量了哈。那像今年我有特别去娘妈走哈，
这边可以顺带一提哦，其实我有说过张达金把妈祖信仰带给我们，对不对？啊，那我们来到埔里以后，我们跟妈祖有什么连接呢？因为妈祖是海神啊，妈祖是海神啊，那我们要怎么跟妈祖做连接呢？就是因为当时我们因为就是灌溉能力很差，所以我们才会让张达金，哈，是不是？我们割地换水，然后把地都割给他了，哈。那来到埔里以后，我们在灌溉水源上还是缺乏，而且呢又有旱灾，所以呢那个时候就有人提议说，那我们应该要把妈祖迎来，哈，帮我们找水路、找水源，哈。那后来，因为我们在这个埔里跟那个彰化之间，其实我们有古道，自古以来的往来，不然就不会有草鞋墩这个名称，就是，彰化到草屯的时候呢，大家的鞋子都穿坏了，对不对？大家都听过，对不对？然后就那个草鞋就堆起来，像一座小山，叫做草鞋墩，对不对？然后他们那时候就很多人，那其实是一条商道，就好多人都会挑，挑盐啊，挑锅子，挑民生物品到内山来贩卖。然后有时候就顺便被就嫁到，就是说被招赘到各个平埔部落来了哈。所以因此我们的妈祖也是来自南瑶宫跟鹿港天后宫。啊，我们把妈祖引来埔里以后呢，哎，没有想到呢，就因为就是阵仗很大嘛哈。因为在我刚刚之前就是我们四庄的那个位置旁边不是有客家庄吗哈？我们的那个梅溪哈，走到那边的时候，听说那个会渗水，啊，它那个就是河溪流的水呢，就是一直都不能往下流走，它就会被吸到那个土里头去，啊，然后所以就会有水荒嘛，对不对？然后它的阵仗很大嘛，就大家都跑去那个溪里头去踩一踩，听说就哎不踩一踩，然后。后来就 OK， 我不晓得到底是因为踩踩，然后踩得比较结实了，然后水就通了，还是说真的是妈祖把水源带来了。总而言之，啊，那我们埔里就有了一个就是啊水神妈祖，啊这样子的一种，就又多给妈祖又增加了他的一个职务，就是他也可以就是解水旱，解旱灾啊，还可以找水路啊。然后，它就变成全台湾唯一的三妈祖，就这样埔里地区。所以，我们每年的农历九月一号，因为那个时候发生的时间就在九月，所以每年九月一号九月纪念日，就是在纪念水神，我们的三妈祖、水神妈祖哈，纪念他带我们找到水路。啊，然后每一年哈，每一年其实呢，他妈祖扫西路，就是。他后来就是来绕境的这个方式就是扫溪路哈，那扫溪路就沿着梅溪这样子扫下来的话，第一个庄就是嘎哈布的庄，全部都把嘎哈布扫完了才去扫别人哈。那所以在吴公伦的时候，大约是农历初六，初六还是初七？我们守城是初五嘛，太高对吧哈？我们是初五哈，然后吴公伦的话就是初六或初七哈。那扫到这边来的时候。然后就是，反正妈祖每天都会过一个晚上，就是那找到这那今年的话，就是我有特别去看了一下我们的那个盛况，九月一号的那个姨妈祖的盛况。然后他来到我们这个番主庙的时候，就是由我们的番太祖阿布达达万，出来去迎接他，然后再一起去扫这个七个，加上大男，一共就是九个庄头，这样子一整天。所以现在的过去的扫溪路是要扫一个月才扫得完，就整个埔里的平埔庄都会扫，因为那时候汉人还没有来嘛。但是现在就改成大家各自扫各自的，然后上午的时候先去庙里头抽签。那我们当然我们的那个我们埔里大埔城里头的那个恒吉宫的妈祖庙里头有非常多尊的妈祖妈祖神像。所以我们这样三十几个里去抽签哦，看你会抽到哪一尊，然后那一尊就跟着你去扫你们自己的里头的各庄头这样子哦，所以大家各扫各的哦。现在是目前是这样，如果明年哦，希望大家有空也可以一起来参加，非常有意思。
的一个，就是有别于我们印象中的那就是各地的姨妈祖，我们叫风，我们在消妈咒哈，九月风妈祖。好，那我们这边可以再讲一下哈，就是他其实我们的阿布达达万呢，其实他不是只有，就是说他到了大概就是在来到普里之后，他可以有这种御敌的功能以外呢，他本身呢医术非常的了得，再加上呢，其实他也有巫术的功能。我有听我叔公有讲过说，其实有一些巫术是必须要请到阿布达达万的哈，因为阿布达达万呢，他其实，在我们的口传当中呢，他其实是一个很慈祥的人，而且是掌管呢所有的大小，这除了我们人民之外呢，他还掌管所有的巫术，那他最看不惯的就是呢，有人用巫术来行恶事，所以呢，他如果说看不惯，他也是会出手，所以我其实虽然说我们的巫术传说没有办法拼凑到，我们没有办法还原到100%，但是我一直都觉得，我们阿布达达万也许就是我们要去做这个解巫术的时候的那个神智，那这部分我也还在研究当中哈。好，那我们这边也是，就是我这边比较重要的一点是说我们的祭品嘛，我这边有提到，就是我们的祭品就是，我们会准备生猪肉、生鱼、生鸡跟生猪肝。一般呢，我们不是都会，如果像拜神明，不是都是三牲吗？可是都是熟的、熟食，对不对？可是我们这边不一样，就是说，我们就是生猪肉、生鱼、生鸡、生猪肝，还有阿拉贵。如果那天有来过我们开幕式的，应该都有拿到，有拿到阿拉。有人那天有来吗？我们11月11号都没有吃到吗？那这样子的话，那就有一位而已啊，这样。好，那我们12月23号过年的时候，你一定要到我们部落来，好不好？那希望呢有机会能够让你吃到我们的阿拉贵哦。我们的阿拉贵呢，其实它其实是一直到现在还保持着原貌，就是我们是用那个月桃叶或香蕉叶去包裹，然后我们会用这个就是它的纤维，月桃纤维把它绑起来。好，这是我们一直都没有断掉过。不过像如果是把这的话，因为他们可能是因为就是一直基督教的信仰很坚固哈，所以他们的阿拉贵就是后来才复赠的。但是我们的话就是一直都有啊，但不是有人在点头啊，你小时候吃过对不对？好，很好。那我们祭拜的时间呢是在那个，就是也刚好就是我们过翻年的那一天，就是农历11月15日。好，换算过来的话是今年的话是12月31号，1月1号吧，应该是1月1号，对，1月1号。那因为已经跨年了嘛，你们知道吗？这个核销的话很麻烦。那我们通常会配合周末的哦。那因为希望族人能够回来一起过年，所以我们会配合周末。那所以我们也提前到23号，就圣诞夜的前一天哈。那这一天就是会。那天就是也刚好就是，所谓的我们的犯太祖的生日，那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翻祖基督翻魔鬼，对不对？那今天当然是因为这个题目当然是比较好，比较还有押韵啊，比较好念。那实际上我们是不止这三个信仰，我们还有一个信仰，特别是王爷庙。那我想说，他们想说，那如果是翻太祖，至少他还有一个名字叫阿布达达万，那王爷摆明着叫汉人的嘛，这还有什么？这跟我们噶哈姆有什么关系？因为其实我们里面也有软糖啊，我们有演化糖，我就没有要介绍，因为演化糖跟我们噶哈姆比较没有那么亲近关系，但是这个王爷庙，对我们的意义就不一样了哦。我们一般哈认为说大南庄的开庄的时间是1850年。那事实上，这个王爷在那个时候呢，就已经被带进，我们大南庄了。你们看一下哦，这个是我们这边是大南，这个也是大南。大家还有印象吗？就是刚刚有人看到我们的大南怎么写吗？这个这两张是我今年拍的，就是大员工来进香。
那个叫做黄虎王爷，这个也是黄虎王爷，你们可能会以为是同一个，对不对？事实上，这个是我们的原乡新社，我们是从我们一般来讲呢，就是我们是从石冈新社的东西，还有就是丰原的一小部分过来的哦。那但是呢，我们以前并不知道，原来我们在我们就是原他们并不关心说我们在原乡的那些情况，因为我们所有的族人都迁来福里了啊，我们已经跟原乡完全断掉联络了。但是呢，当时啊，我们有一个大法师。他姓魏道的魏哦，魏进发，他是在刚刚我介绍的蜈蚣轮那边啊，一个学毛三术的法师，但是他也有学，他也有学我们的类似翻佛鬼的巫术哈。他那时候在普里训练乩童的时候，一个包公庙，他训练乩童的时候，没有想到，那个乩童他居然啊讲出了一段就是非常令人惊讶的一段话，他告诉他就他里面就是他显灵的哈，王爷就显灵说，我们因为好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拜王爷对不对？我们拜的是什么？大王爷跟二王爷，他就显灵说，我们还有一个小三弟，还有一个三弟哈，现在流落在外，你们一定要帮我找到他，哇。这个讯息大家都很惊讶，想说，那这样子的话，那我们要去找啊，王爷都说还有一个三王爷在哪里，然后，他们真的时间花了蛮长时间，并不是说一下子就先往原乡找，他们也透过了很辗转，还透过了台北这边的人，然后才辗转得知说，还有那个新社有一个红虎王爷庙可以去试试看，后来呢，等到。非常，我们到了新社，然后我们才知道说，那边拜的就是三王爷，他们就没有大王爷跟二王爷，就 bingo 了哈。那另外就是说，因为我们本来我们的原乡哈，它其实它的汉名就是大南嘛哈，大南的南是因为那个是湿地的那个南哈，这边的南是什么？南方的南。我们走以后，他们把三点水拿掉，哈，所以原乡的黄埔王爷庙。来进香，我们埔里的王爷庙。那像这样子的进香，刘大哥，我们是每年都会有吗？对对对，每年哦。然后一次大概就是游览车大概来个六七台这样子，还有很多工作车，加起来非常的阵仗非常大，工作车这样加起来可能二三十台车，这样子的阵仗。所以就是自从知道两边有所联系以后，我们2003年我们也回去，巡根了。那有趣是我们也找不到任何族人留在原乡这样子哈，好，所以还蛮有意思的这一段啊，所以说那我们的族人啊，其实从1851年就已经把这个王爷信仰带进来了。当然呢，我们必须要说一句实话了哈，在新社这边的时候啊，在新社这边的时候，一开始是一个刘姓的长工，他开始卖的哦，然后就从这个。广东那边把这个红虎王爷请来，请来新社，然后呢，再透过也是汉人嘛，带来埔里，就是说早年我们来开发埔里的时候，并不是只有我们族人自己而已，再加上说我们大南这边呢，有招了几个汉姓的，就是入赘，就这样子庄啊，庄姓、吴姓、刘姓，哈，我们有一位。刘大哥在就是摄影的这位就是刘家的哈，他妈妈姓潘，就是这个庄头有这三个大姓哈，都是汉人的哈，汉人，很多是入赘或是来工作的，入到大南，因此呢，我们大南的汉教也会特别的兴盛，当你将这个噶哈巫的族人的女性嫁给汉人的男性啊。其实有时候，不是嫁哦，是娶哦，娶了以后哦，就会有个现象，就是我们男生再把她娶回来，因为为了男性的尊严，所以很多会有这样的情况哈。然后呢，很有趣是啊，这个相片的这一边，其实就是我们的145年的教会，大南教会，大南礼拜堂就在南新宫的对面，这两个信仰中心哈。很特别是他们从来，都是互相友好、互相合作的。然后如果说像今天这个
哇，这个罗生大作哈的时候呢，其实他们事先也都会先打招呼。我说如果我们教会有活动的话，因为通常是礼拜六嘛，如果有活动的话，大家就会自动把时间错开，是非常友好的关系，是一个很特别的情况。好，那讲到这个基督教的部分哈，很有趣的是，我们在1873年我们教会盖好以后，我们梅西的两岸各一个，有很多人可能是后来才来的哈。那就你们就自行想象了，然后因为已经很久以前的同一片了，一条梅西的两岸各有两个庄头哈，各有一间教会。那个时候当然我们信教这件事情啊，跟八仔一定脱离不了关系嘛，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八仔在那个台中的大社，还有鲤鱼潭的内社，以及爱兰，这三个教会都是非常的，就历史都很悠久，我们都是1871年到1873年之间，建立的。那一共有五个教会，就是我刚刚讲的大南教会，以及我们梅西的另一岸叫做牛棉部落、牛棉教会。我们五间教会其实几乎是同时间哈、建立的哈。那其实都是由于一开始是这个人，爱兰的那个改三不干哈、这个人哈。因为他受到枪伤，简单讲就是这样子哈。因为他其实在大社他有亲戚，大社就是现在神冈公园那一带，他那边有亲戚，所以他受伤他就被送到那边去。然后呢，那边的人他刚好有一些就是马达啊。我们当年因为我们平埔族群给人家印象就是很会赛跑，对，好，大家应该都有听过飞帆哦，西拉雅的飞帆哦，所以我们以前就是专门送公文的嘛，帮清朝跑腿嘛。然后他们呢，他就有两个人哈，常常，就是帮那个牧师跑腿，哈，所以呢，他们就知道，然后帮那个台南这边的牧师啊，然后他们就有听到一些道理，然后他就跟他介绍说，那个这边台南这边哈，那个牧师啊哈，这边都会医疗什么，然后就把他送过去，然后后来当医好了以后，那他也感受到耶稣基督的爱。然后他就那就回来以后呢，其实就带给这个爱兰这个地区很大的信心哈，就觉得说因为其实在早期医疗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否则我们的巫术就不会存在了，是不是？就好像我们跟原住民的改宗的过程一定是不一样，因为原住民很多人会说是面粉教，对不对？其实那个时候就是说你可能物资是非常缺乏的时代，那我们当然就是应该首当其冲要先照顾，对不对？照顾我要宣教的这些人的，要先够好巴豆，对不？才能谈心灵的事情。那在我们1871年的那个前后呢，最重要的是医疗，我们的医疗技术没有那么好，我们会依赖传统的巫医。所以当你的医疗，西方的医疗技术进来，是不是很容易能够获取我们的信任？这个神很厉害哦，对不对？他可能可以治好我们巫医都治不好的东西哈。所以基督教很快的就信仰就蔓延开了。但是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卡哈姆是怎么回事哈。这个人嘎包都是姓潘的哦。八仔跟卡哈姆的特色就是我们只有潘这个姓，其他如果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姓，那都是外来的哈。这个嘎包先生呢？他眼睛瞎了，是上面写眼疾。其实我们如果看这冰冷的文字没有意思的了。我讲一个故事给你听啊，那故事是我妈告诉我的啊，我妈在现场，这位，她告诉我的啊，就是妈，你待会也可以补充啊。很高兴我们今天好多族人都在现场，应该很多人可以分享啊。就是听说嘎包他的眼睛其实是半脱轨弄瞎的啊。当然是因为现在就是两种版本啊，第一种版本已经告诉大家嘛，第二种版本眼睛瞎了，后来他就去找那个放他的那个，他那个说不好意思哦，我只会放不会收，但他不会讲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是我会讲的。那因为我们其实我们的巫术一般就是说收放跟制定嘛哈，那会收不会放，通常我们最常听到的讲法是这样。会收又会放的比较少，好，完了，
会收不会放，你要找比我更厉害的人才办法解掉。于是呢，听说台南那边有很厉害的人，他就跑去了，为了把眼睛治好，他跑去了。跑去以后，刚好就妈，你是怎么讲？你是说那个人说不会，对不对？他说他没办法收，对不对？对，他说没有办法收哦，不好意思哦，这个我也没有办法收哈，你另请高明。那刚好此刻就有一对铜锣队伍出现，锵锵锵锵锵，好，然后他说什么？来新娘收，陈梅该看对吧？好啊，我妈是这样讲的啊，陈梅该看，好可以得到医治嘛啊。他说陈梅，那不就在讲我吗？啊，然后他于是呢就赶紧去找这个牧师，那这个牧师的名字叫做马雅各。他比马街还早来，可是在台湾比较没有那么知名哈。他是走南部路线的，马街因为他来了，所以马街就直接往北上去了哈。那据说啦，有两个说法，一个是说，因为我们要平衡报道一下，一个说法是说，他眼睛真的被治好了，他就回来，大大的宣扬福音。另外一个讲法是说，他的心灵的眼睛被治好了。好，那回来了以后。他就赶快把这个大好的信息传播出去，在我们的市庄的地区。请问我们同仁可以帮一下吗？这个好，没关系，我们那个也不需要画面哈，继续讲哈。那自己嘎包本人哈，他一开始是带了11位，十一位族人信主。那之后呢，据说是集体信主这样子。我们噶哈普有一个性格是集体性格，我们后面还会讲到哈，很有趣，就是大家就一起信耶稣。那这当中也是有些花絮啦，因为据我妈妈是说，因为我们家本来就是巫术家族嘛哈，然后我的太祖母是生不出小孩的，生的都死光了，然后我们家摆的跟神坛一样，说什么五十尊哦。真的假的啊？然后，有一个讲法是我们好像我太祖父本身就当鸡哦，你摇头对不对？可是我听别人家说他是当鸡啊，就是这个东西我们可以再慢慢讨论了哈。就是他就是对着那些神明讲说，如果我这次我生了还是会死，我生不出来的话，我就把你们全部都烧了，对不对？好，把你不是那半神啊，把你都丢了。所以填掉就是要这样子，要一再再三确认是阿波血，那是怎样？是烧了还是要丢了？反正我就不拜你们了嘛，是不是这样？所以更激烈哇！然后来了烧火，那些什么来了烧火，煮菜的煮饭的，然后比较小的，他就丢到河里面让水汽里飘走。就是我听我妈妈、我姐姐他们说，那些神，因为他们老那个曾祖父就生了一个，就死了一个。就买了一个佛像，买到50都做那个神像，什么神都有，庙里面有，家里都有。就买这个神，这个很有钱，他很厉害。然后就买了，就摆在那个山寺里面中间。然后他再生一个要死掉，又生了一个神越买越多，眼睛越多，然后。到最后听到那个刚好那个我曾祖父的好朋友，他眼睛已经被医治好了，他那个是被人家放哭了，
有，这个湖里地区的也都没办法，那个很高的巫术也没办法收他的那个咒语，没办法收掉。一直就是瞎眼，听说高雄那边有一个很高法术很高，他们先专程跑到高雄这边，那个人都没办法跟他骗。听到有人在打我啊！一个会讲话哦，目睭会看到，因为粪骨会听。我妈，你当时有没有跟我讲这么多？听到，听到就很高兴。我问他说：“那我愿意信，我愿意信，只要我眼睛看到，我愿意信。”那个玛雅做医生，他是眼科医生，他就跟他说：“说你不要信。”一变成见，果然看眼睛就看见，回来就跟我丈夫讲说：“哇，你家里这么多的是真的，那还有个神，你也拜大。”他说：“是什么神？”哦，这个神才厉害，这个你看眼睛就看见了，他是亲眼看到，我当时亲眼看到他眼睛看见，他就相信。然后听说那个玛雅哥要来台中。他们就一大群的，我们那个地方的一大群人就跟着那个黄小宝去台中听，然后回来之后他们就接触，后来就，哎，就是相信耶稣了，他不再信这些神像了，他们都没有用，一个婴儿都保护不了，然后就，后来又生了我的那个。一波啊，生我一波，我很害怕啊，怕又死掉。这个一个月没有死，一年没有，我慢慢长大，啊、好高兴啊！后来又生了一个，就是我的阿妈，健健康康一直，哇，以前都看不到那个小孩子这么可爱，成长的过程那么好玩啊。简直是还不到一个月就死掉了，现在是孩子一点点长大，好喜乐，然后就那些神像啊，他这个还不到一年了，那些神像就被他砍掉，没有用，心里嘛也没有用，又剃掉又劈柴，变成那个烧菜烧火的那神像，这是我爸爸他们在我小时候告诉我。啊，这是我妈开始讲后才有笑声，啊，这所以甜调就是这么迷人哦。其实因为这样子，我们每一个老人家都有属于他自己的家族故事哦。哦，我妈妈是一个哦，我舅舅，然后还有好多我们部落里头的老人家哈、哦，其实都会让你乐此不疲。其实欢迎你们。如果说当中有研究生的朋友，先欢迎你到我们部落来，一定会让康守来喝会哦。哎，怎么已经跳进来了哈？那刚刚其实我妈妈讲的，其实反正就是在讲的就是那个年代，你看我们医怎么讲来讲去都是跟医疗有关系嘛哈、哦。然后还有就是说，因为我们的集体性格的关系，所以说当有这样的一个讯息产生的时候，我们就可能哎。也看你去，也看我去，然后大家就哎一起做会来听啊，那哈。其实我相信集体性格这个部分真的是一个可能在很多族群来讲可能都有，但是在我们达悟来说，它会表现得特别明显哈。要不然的话，你们可以去看看哦，我们很多就是在平埔族群改宗的这上面，很多人都是会都会用八仔来作为讨论的对象。那但我还是要强调啦哈，八仔的宗教变迁跟噶阿姆是非常非常不同哈、哦。相信如果从一开始就在当中的话，你应该已经有体会到了哈、哦。好，那接下来来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刚刚一开始潘玉先生潘长老，我们现在郑重的先介绍一下他哈、哦。他的名字叫巴辛古奈哈、哦、那。古奈呢，其实是瓦工的名字嘛。如果刚刚有听到我介绍紫星联名的话，就知道潘俊乃老先生是我们噶哈普族最重要的
的报道人，所有的不管是语言啦、歌谣哦、传说故事哦，大概就是几乎就是透过他来取得的啦。当时魏慧玲啦，或是像李仁奎先生啊，后来的邓襄阳、简石朗先生啊，都是去采集，就是我外公他的资料。我外公他是一个傻瓜，所以我们家其实就是一个傻瓜家族，我们都具有傻瓜的血统。因为我外公他在就是一直在去跟我阿妈提亲的时候，我阿妈是爱兰的八仔族啊，他去提亲的时候，听说还穿着我们的族服，那时候还被嫌弃说怎么穿关纳萨这样子哈。后来他在我阿妈就帮他做了很多汉式的服装，他才开始穿汉式的服装。那我阿公一直都很就是一直讲母语，讲到就是后来当人类学家来的时候，发现口耳相传只是我外公讲的最好，表达能力也是最好的。然后他其他各族的语言他也都很精通，所以他才会成为报道人啊。那我阿公也自行灌入我们的母语的歌谣。也是由他自己先开始的哦，所以那像这样子就是跟主流文化相违背的人哦，在当时看来就是傻瓜。那一直到我舅舅他也是傻瓜，因为我们在做平埔证明运动的时候，他都是自己掏腰包上来，北上啊，然后车马费，帮我们现在有一个我们当年一起打拼的平埔的那个好朋友海达格兰族，他也在现场哈、哦。我们都知道那段时间我们是怎么辛苦过来。我阿姑都是从那个中部这样子辗转坐车到台北来哈，然后一直到我也是就是也不知道干嘛，也不务正业，就是一直在写论文写不完这样子，然后也没有好好工作，所以我们是个傻瓜家族，俊乃家族是傻瓜家族，啊，他是1948年生的，所以他已经就是，就是以他这个年龄来讲很不错，因为他承接了70年的。耆老的那个口传，就是我听说一个70岁的老人年，他所承载的就是140年的记忆啊，然后是一个很好的、非常适合年龄，他表达也很清楚，就是他可以就是他也担任我们的前理事长了哈，就是你有看到哈这个，也担任我们的这个主语班的老师哈，所以他这个现代的这个。整个护政他也经历到了，然后现在他也担任我们牛棉基督长教会的长老一非常长的时间，有几年阿姑，我的李长弟咯，丢肉啊，你做丢肉嘿？丢肉我系统做得出来的。哇，30年啊，已经30年，然后像我们的小白花、星星相许啊，然后他现在一直都有在创作，都是用主语哦，这个如果你们。有去开牧师都有听到，那如果你们来我们部落一定也会听得到哈，这都是非常在我们达阿布是非常脍炙人口的，相当于国歌，好，这都是我们现在要热烈的掌声来请来正式请我们的潘玉玉潘长老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基督长老教会，你看我对这是妇女的丈夫的疾病啊，对妇女教会也这里有很多帮助，对妇女教会老板也参与了后一些的项目，一是平东马卡道去做一些同仁，是咱这。但是阿哥，你介绍一下，这刚回乡来。好。但是，这里面在当了后，他现在正常就是歇高达4个礼拜，阿未看到这种这么大的药，这个就也去到地方。偏偏是玻璃移动到后，那个款这个量拢多。后来，阮就专对这个中会的这个学者，再讲就讲，阮买用迄学校，阮们回头，所当时阮原住民这个家长住的这个住人，把这份礼拜。你讲甘蓝式嘛，甘蓝式大家知道就是高脚屋的形式，
会晓吼，对吧？啊，无。这个就是那个甘蓝式的地方。我们的二楼地方吗？二楼。本来呢，我们再不去太阳，不能很快呢，就得走啊。一开始关这个鸡，关二楼，关五。啊，一个人住这个，要讲。工资也高高不多哦，所以讲这个初初步去打点，也够为做的排出单。所以讲，阮这是关务关机关务的所在来，也做是博物馆，博物馆。啊，面顶就也做哩个，过来因为咱这个会做馆，是因为要防止白做的人。亲像买房子，或者是晚年发作的人，拢会出来开龙头。所以讲，我爱去做馆，要去开龙头，无遐快。啊，阮哦无老土，这两层条啊，啊这条阮用白纸来垫啊，那买落来垫来抽落来就照起来。啊，那要去哩啊？要去一个大岗啊，去做岗啊，这就是咱原住民的这住人过多，这就是了，俺们大嘛无遐快种去了，啊面顶，咱做好用啊，做啥？这好不容易经个用，我来当成用来做，安尼，我就当对抗。就做不了。那刚好那边对抗系统不足，有时像个枪条兵也都有训练。那到了阮这边拢无训练啦，也都嘛无训练。像我大汉，我看不来我的爷爷，你头都我啦，嘛。讲枪条兵，唔是啊，一时不能做完了。啊！若讲到安尼时，我就过来讲到种嘛。但好话离开先下，离开番，就是因为签掉政府，一兵要捉官捉这个原住民，但好话包括连这个法律，也关了这部分。迄个时阵啊，你们有目标？无目标，加好咱往东到到这个白毛座，就是今仔日好平常。伫白毛座底下，一到白毛部落底下做工作，做一个老公，看下无人去，无人去，无你时间点，也做一步，再做一个白毛座的太阳黄昏。阿、啊、来，因只太来，人只讲一无论吼，咱就只怕啦，故在内屋里走，咱要无论过里去，恁去阮的所在，阮的所在去到是达伦，达伦正个，达伦是水沙林，啊水沙林就变成好多玻璃。这玻璃唔是好，全是唔好个，这是葫芦啦。啊，所以在他们说咧，就到处去去会森林场，会森林场叫做哎，咱客家人咱就做人，办事做好，恁就对南行，啊，恁就对东行，对南的行就行，对这个小虎哥太平鬼。来到是苗民造成，啊，最当行的就叫伊吹乱，嘛断嘛不木，嘛对嘛大，这对造成大山落来，这看看哦，一点，这轻的所在有经济出，咱对下来是看，唔单讲。对人行的就是遐个厝，咱对方已经万变，
因为跟他们对大就是做在拢都有感情，连带太阳的照应啊，连带这个晒着客的照应啊，都拢有感情。我讲，我叫你，我就干掉。啊，我讲，妈呀，我就干掉，都好遐久啊。我要不干你做，要不干我工人，对你做断。所以讲，伊就讲他们讲太阳甲，做着带着去黄昏前面吹，前面吹。所以讲，讲他们，讲他们个温甲太阳温，中间嘛无偌低啊，中间中差嘛无偌低，所以讲。到一个本时代，到一个这个战后的时代，阮就可能有同分做伙。甚至是这个赛德克白，这个中间赛德克是台独分子，当时因也看到台湾无台哦，伊们就出去个，就讲话就知影，就讲话互相叫就知影啊，你咱家己来。然后，即、这个带着客后来就讲，互困难个天地清流，甲一个那个海，就去中原。然后，再搁从个海木天地，即个诶，东南亚、闽南乡，即个南方，搁个天地就即个惠顺，从惠顺结束。到这边，阮的人拢要比惠孙，我亲像爱惠孙，我老爸老母嘛是惠孙比较多，我大弟嘛是惠孙出钱出业哦。所以阮到这个课，到太阳的里面去分，啊，啊，后来就看见，后来，这里嘛，我呢。因为在当了后，各行各业遵守人啊，过境啊，出门拢倒落去。当时呢，阮只要去俄罗斯，俄罗斯的矿多，天价的是上帝哦。所以阮就想去听迄个红豆山，红豆山是正规的。当时恁无讲哪里啊，说吼，哎哎，关到地头毛。啊，阮就只能去提，不提。这阵专科要我下下啊，唔单讲个初中人到底教人我了，哦，这么四个茶，阮就讲个加书篇二十三篇，哎，第二十三篇嘛，一篇是六十三篇，这是真恶劣的，安规的规，哦。啊，阿哥，我请问一下哈，啊，这顶头写啥物？哎，你讲十篇二十三篇，啊，内底是写啥物？内底是用我的字，然后我用的是我的字，我无看过。伊从我到安全之处，嗯，伊但是从我到遐，我完全无问题，所以就大叮当有遐大。我不管他们，我心里是中国人，我感谢。我侬无够感谢做主人啦，无够感谢主人，因为主人吼是贵哦，主人就是贵哦吼。不但啊，我无感谢就大家大家，这就贵。啊，所以讲。阮无个敬拜去关心。虽然阮伫即个年代要阿阿伯，阿伯是太多，就要个真老，会变魔术，会魔术啦，会变即个术对啊，叫一阵子。我是要到遐钱，我是要过来讲一下故事。因为这个故事发生在我二十岁时阵，啊，二十岁时阵，迄咱即美国人造卫星已经拍入太空，
拢暗节都伫遐行，几点都行，才有看到，嗯。当时伫迄个时阵，有他好有一个三十岁查某人，即三三十岁查某人，哦，真厉害，一无所有，够他管。伊就见了十二点，到拢到迄人走的时阵，就变光，即光亮，伊就变着嘛。伊哦，十二点的时阵就伫些树仔顶，就跟个跟啊穿皮衫。啊！就看人看水，因为较早田底无水，我啊看水啊去面顶落水落来，啊就被人看到去穿皮衫的倒啦。大家从哦，这土地公啦，拢从大汉拢是讲，这是汉人的钱。啊，总是我当时就一只团，每一个看到人都是他团。哦，我哦。刚刚看水哦，啊，看土地公在高原哦，偌好嘞！啊，蔡老公敢有影？要不我嘛来看。我今日后来，这蔡老六十岁，几岁好了？六十岁这个人就敢看，看哦，那这个土地公，不能到南坡，到一个山中，他总是到这种医院。一边落来，啊，搁再到左城大山一边，哦，搁见过，迄个光啊，倒是斜斜到愈细愈愈细粒光，啊，迄时阵，这个老人，哦，这个这无数见到，我看卖，这个无数人必须啦，伊就从开始就念无数。就是呢，落迄个光，啊，迄个光有较白。迄个时阵吼，伫遐所有看水遐人，要看分白。看，哦，这个时代有安尼，有安尼好遐光，啊嘛，从这个老人六十岁，那遐老，就落迄个光。这个六十岁老人吼，落迄个光了哦。这工作要到到处搞，这酒店就转入去，这后面有五百个人种的物件，你看入去越出来贵，啊，迄个时阵越出来这种因无电费，无电费就等跟垃圾费，这比较夸张。这个老人看懂。哦，原来就是这个人咯，这人才三十岁尔，遐老有遐老资格，这个人，安尼时阵，人家就大约讲，哦，这个时阵要讲下回，无简单，本来大家拢讲不是我，也不，这个时阵要呢，到这里。这个是重要我，嗯，我是说这个人，跟太平那去，你那问我就了去啊，嗯。好，啊，郭正文哈，啊，这咱基督教甲主语附证有啥物关系吗？嗯，那恁家不是有啥讲？对，好，正哈。哎，白话林呀，有啥物帮忙啊？有啥物？对，好，好。教会啊，有啥物？这主语附证这部分。这个问题要是讲恁有主人，恁若要见面，恁有主人爱搁服务。当时迄个时阵，毋是真个家下有八千户，连照顾伊嘛就烦恼讲，因个即个主人无啊，再做考试伊嘛就烦恼因主人袂当传入去啊，因拢有烦恼。当时阮是叫问题要求。尽量学，尽量读，总是交代一档事，就一档来讲。重要后，就首先做好上个字，以后讲。迄时阵，阮民会就讲要用白日时用一档一
来表到十分来讲这个无义，把这个讲把这个无义，啊啊来把这个唔敢讲，就等于讲民主叫十好无来讲，就等于就到了十好无，这时阵呢，我就是议员会，也是主意是民间意，哎，是主意。一直来一来看看你，哦，我嘞，这好不容易好，我怎么放到家的？我不听见，咱那是拜了的时，咱就看到这好不容易，就是老王打打我来嘛。我一直动的是五十些年嘞，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讲就讲决定，讲结束。啊，就是关这好不自在，你当讲。这样子，虽然讲老人多在这个国小、高中、大学这拢无，拢离开一故乡，无甲入原乡社会，到这个语言不同，啊，因为有英语啊，有国语啊，有闽籍语言啊，拢唔知影，都要转学。家乡话无遐简单，所以讲因着家乡话就讲尽量搁少些。但即摆一个年岁，就看讲哦，囝家乡话语言是这么准，正等，搁当做一个故事就是解答，或者你讲证明。这个人，咱人啊，语言啊无，都亲像无灵魂安尼。要加十岁都已经无安尼，亲像钓花落去都已经捡不到东西。加十岁已经无道，国家唔共款。你一个国家家己无语言，拼断嘛共款无国。所以讲，阮。爱要入有互动，就是要有阮的尊严。阮的语言啊，有阮的尊严。阮是当好全民会来声音，阮才是尊严，这是安尼意思。嗯。啊，古你先，你先叫同学哈，你先叫同学，啊，戴姐过来请坐哈，嗯，戴姐过来哈，嗯，啊，戴姐哥，我怀抱贵也抱棍哈，啊，我这边哈，我这边补充一下下，就是啊，嗯，我发现我们的耆老哈，就是讲讲都很容易会讲到巫术哈，没有，卡姆哦，真的是巫术真的是很生活化的一件事情，然后我讲我想要讲这不好意思，你写错了哈。为什么要做这一片原因哈？我记得以前呢，我们埔里不是有五到七个族群吗？哈，我记得我们有次大家一起来开会的时候哈，有人又在批评说，哦，基督教怎么样扼杀什么族群的文化，然后我们就有一个另外一组的耆老跳出来就说了哈，他说，可是我们都好羡慕巴仔跟嘎哈伯，因为除了他们两个族群以外，我们其他都全军覆没了，我们信。他说：“我们信汉教的全部全军覆没，啊，那事实上的确是如此了哈。哎，巴仔跟卡哈布的族语，目前在平埔族群来讲，就是两个最好的，哈。那因为西拉雅可能说西拉雅它情况是因为它是死里复活的语言，我们至少还在加护病房了哈，啊，还在喘息着。但是就是哎，奇怪，这两个我们都在，大家都频频来埔里啊，为什么会这样？”其实我这边有一些我的心得哦，就是因为哦，当时我们的族人都是，啊，我们的族人，我们的教会都是族人，所以我们平常一个礼拜哈，各家庭礼拜嘛哈，族里嘛哈，哈，一天到晚哈，常常又是你的邻居，我们一天到晚见面要讲什么？当然是讲族语，因为又没有其他的人，汉人也不会来信基督教，哈，所以他无形中他制造了一个族语的环境。让我们可以彼此不断的说，因为像我们这边有语言学校老师嘛，哈，齐老师，像这个
要去培养一个情境、一个环境是非常困难，所以因此我们台湾人的英语都不好，对不对？可是我们自然就会有一个教会的这样的环境，也不用老师教，哦，他自然就会留下来。然后你在教会里头是有尊严的，你是有尊严的，你不用去，对不对？你不用觉得自己不好意思，不会觉得自己的主语，哈，工作也拍谁，哈，工作也拍谁，没安内嘛，哈。所以说，它是一个我们主语的摇篮。再加上，哈，我们还有就是用罗马拼音嘛，哈，对不哈？罗马拼音也会让我们呢，我们有办法听音，哈，拼字。然后一直到后来我们在做复证的时候，有很多老人家都有罗马拼音的能力。所以像我大舅，就是他的哥哥，好，就是我们目前的就是主语老师的老师中的老师了哈，就是一开始是由他来复证的。那他就是因为他会罗马拼音，所以在我阿公去世的，我亲眼看到就是在病榻上，我大舅就拼命在抄写。他自己本身也会，但是他都是听我阿公阿妈在讲，然后他就当场就在那边一直抄，问我阿公说这个怎么讲，那个怎么讲，他就一直一个字一个字把它记下来，以至于我们现在我们在做复证的时候，我们才可以有像字典啦，好，有一些九阶教材啊这些，我们才有这些东西可以去传承我们的主语，我们也才能够复证。那我们现在有年轻人有得到文学奖佳作，那也都是一定要因为前人有这样的语言书写系统建立了。哦，后面才可以再持续，也就是我们未来一定有更多的年轻人。哦，这边有我们哈佛的年轻人在这边哈，我们也是很期许说，既然我们祖先都这样子一直坚持下来了哈，希望可以在我们一定要让它继续下去。所以，当外界在质疑基督教种种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不妨也从这个角度哈，也来认识一下哦，基督教它其实。一定有，除了语言之外，它还有一个心灵疗愈的一个力量哈。在当时开山抚番的那个年代哈，1875年，我们1873年盖教会，1875年就有开山抚番，对不对？那个时候啊，清廷把我们普里当成是什么首要的一个，就是重点地区啊，重点加强地区，因为我们这边有什么洋人势力啊，所以这边一定要大大的哈，一定要。而感情呢，就是我们要加强戒备，说以防说我们可能会叛乱什么。你看，像那个我们的出张所，普里的出张所就设在我们四庄里头。那我们四庄其实都是本来就是一个我们四个村庄都是交易所，但是它的出张所跟它的官方的交易所就设在我们四庄里头。那你就知道我们四庄的位置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以及就是我们新基督教嘛。所以当时我们会信基督教，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开山抚番有大量的汉人进来，我们不愿意汉化，我们只是不愿意汉化，才从新社，才从石冈那边东势那边迁到埔里来的。然后清朝他一直保护我们的态度，后来就因为对大家都知道牡丹社事件影响到我们整个台湾，对不对？包括台北城的建立。好，那所以。这个开山抚番来了这么多，一下子涌进这么多汉人，那我们当然是要跟洋人合作，哈，哈，然后才因为自古以来都是这样子嘛，就一定是要跟其他族群合作，然后就是联合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嘛，所以当时基督教在当时存在是有多方面的意义的啊，在这边也就顺便跟大家来提一下。好，那我们进入到另外一个阶段哈，就是我觉得很多人今天来到这里，好像都是为了翻佛轨哈。据我所知啦，因为这个我们的巫术真的是相当迷人哦，然后又非常的神秘。好，那我们来看看他们怎么说。来，我们先来看一下散毛翻哈。好，因为散毛顾名思义。好，为什么叫散毛？阿姑，为什么叫散毛？你听到先，嘿。散毛吼，咱做这种翻波骨，啊，翻波骨其实，若讲翻波就是用头骨的，头骨是长头毛，啊，看着正淡。其实这汉人习惯，因多看着是看着最头骨的，最翻波骨。
因拢唔敢讲，还有查甫佫较厉害，查甫佫较食人，啊，那是开人，会食人，佫再真爱，安尼，大家这个家庭去希望，去希望哦，就讲去，无论你是讲得困时。你厝顶会通起起落落，还是讲出住物件，是，就是我这无讲很部分啦，吼，这是人讲的很部分，其实，那用讲讲较歹听，反常规，吼，查甫，安尼是，查甫查某拢是厉害，大部分就像。人若有靠恁个做满月个时阵，即个有无做个人，跳过入去，啊，个人知讲哦，爸爸、妈妈、姐姐哦，啊，呾较晚个，是煮个食，啊，若无就害啊，一暝就害啊，你即个恁个就爱大事，嗯，即个恁个爱。啊！这无去，伊免看到你啦。伊我去到你，可能无出来。大日原来是官，这个官，就这个人无。啊，是讲这个人啊，若在县府的时，跳过以后，这个人啊，互你无看到讲，这个人是安怎跳落水的？这个人就是跳了这昏水啊，无去啊。啊，古请问啊，善魔是为虾米善？像我较早的人吼，无种头毛啦，较早无理发梳啦，吼，所以讲就算无咧教啦，啊就算占占唔知伊占啦，查甫嘛同款啦，查甫种白个啊，白安尼吼，顶头壳，啊那查某就唔知伊占，所以人看着讲啊，这是占毛啦，嗯，啊有人。用药的，讲啊，因这四种啊，四种啊，这人哦，是这南门什么也倒来的啦，所以讲叫什么鬼啊。那另外也有说，也有人说怀疑说是不是萨满啊，有诸多神，好，好，那赛毛翻是一般很多人对我们的印象，就是说我们巫术，我最常听到就是说，哎，我们在行巫的时候，那些头发都要放下来，散散的，不能让人家看见你。不过我这边提出一个疑点，就是说，哎，可是其实也有人说，那个我们翻头鬼在吃小孩的时候，其实是隐形的、啊，你怎么能让人家看到你呢？对不对？其实即使翻头鬼是很高调的一种，就是在南岛巫术里头是很罕见的这么高调的一种巫术哈，巫师，可是他还是要把自己隐形起来，他才方便去吃小孩的心肝。那为什么还要头发散散，多此一举？啊，这个，其实这个是我的一个那个哈问题意识之一的哈。好，那待会我们先来看一下哈，我们在这个就是吴光亮开山普曼的时候呢，他有在这个。《普里六舍与图说略》里头有写到这个屯番，所谓屯番就是在林爽文事件以后，哦、那我们开始就是清朝就设屯兵制，所以因此我们的四庄的组成几乎都是屯兵，就是自己的田自己种，然后我们基本上都是属于就是一个就是随时可以被征调的一个兵种哈、哦，屯兵哈、哦，然后在这边有提到赛毛番嘛哈、哦，然后这边。刘志万先生他今年也九十几岁了哈，他就是在这个南投县严格制开发篇里头，他有对善毛也，他也就是采集的，就是比如说像八仔或港台部这边采集到的这个说法，就是说午时常将自己的头发任意散落，好披于双肩上哦，常将那也就是说刚刚我讲的讲法就是说你行巫的时候。要把头发，就是前面头发要把它散落，然后你再看到你，对不对？然后这边异曲同工，他是说一般人哦，啊，可是很有意思的是，我们看到古代的照片呢、啊，
就是我们看到，就是我们，而且还有就是在文献里头记载，我们其实都会把我们的头发就是扎起来哈，然后上面还会插花，好，会扎起来的。然后而且我们还有戴头巾，我们在某一个年代的照片是戴着头巾的，那实在看不出来有晒毛的迹象，这样子，这是一个很有趣。那倒是哈，倒是毛杉树里头有一种晒毛咒。它是一个很可怕的巫术哈，就是有这样的一种巧合，所以留给大家去思考看看哈。好，我们这边呢，就是也稍微这边我刚好说是看大家怎么看我们哈，那我现在提供的这个是这个网络上的哈，网络上是怎么讲我们的？那这边的重点呢，其实是看到几个关键字啊哈，这应该大家都。应该大概大部分人都耳熟能详了哈，会飞了哈，好，然后呢，女性较多啦哈，就是都像恩阿哥讲的哈，嘛有查甫的哈，翻工鬼哈，哦，翻工鬼够卡厉害对不？哈，啊，我这边有很有趣的一个听到一个很有趣的想法是，女生是翻工鬼查，啊，男生是什么？男生就是善魔啊，哎，那为什么男生是善魔啊？女生是环博贵嘞，好，有一个讲法就是男生学的是毛山，好，所以就跟我刚刚讲的，就是说那个晒毛咒就不谋而合了哈。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关键字孤品诀。孤品诀呢，这个在毛山术或是学当医里头，他们也都是要必经的过程。当然，今天这可能是一种，你知道，就是他只是借用一下，就是说，我们当时一般的民众所能够理解的巫术的范围去来解释我们的现况哈，那甚至说还有更恐怖的说法是说，还要到坟墓啊那边让那个尸虫啊去在你全身爬来爬去的哈，以示决心啊。那当然啦，我们还有就是说要把那个饭丢到粪坑里头去啊，以示决心啊。那另外还有说像比如说会发疯啊，会短命啊，这些讲法不一而足了哈。因为，但大部分的比较多的想法就是孤品诀，好，对，孤品诀嘛，哈，诀就是绝子绝孙，这是最常见。可是如果你能够是，就是你八世八道绝子绝孙的话，你相对的你就可以换取最强大的巫术。如果你只是贫穷的话，哈，基本上只要在衣服上剪一个洞，好，就 OK 了，象征性，听说是这样。那这个跟一般的道教的法师的做法也是一样的哈，所以我们的巫术其实充满了很多道教的符号这样子啊。好，那我这边呢就是再来回顾一下了哈，最好所谓的边境传说哈，这也是别人的讲法哈。好，没有讲到我们的位置是在埔里的东北角嘛。那也就是说，在泰雅、赛德克以及布农哈，我们四面楚歌的情况下，那我们的巫术呢，其实就发展有御敌的巫术，而且我们也容许这些巫术传说哈漫天开讲哦，然后旁边的其他族群都帮我们讲得很可怕啊，会吃小孩的巫术啊，像简石郎老师哦，他小时候哦，还要去把小朋友哦。就是放下来，他的弟弟妹妹背在他的背上，他放下来检查说，他的心脏是不是还在跳动这样子？好，是埔里人是大家共同经历这么恐怖的一个氛围哈。我妈妈比我舅舅大三岁嘛，那我不知道，阿姑嘛是有感染，一直嘛是有看到嘛哈。好，就是说他们也都是活在这种就是邻居都是巫师，好几个哈。那可能我们看到他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防备啊？然后可能随时会被放的这种风险当那种恐惧当中啊，这都是非常真实的一种就生活经验这样子哈。好，那别人讲我们怎么讲哈？你看，像如果说汉人都叫我们戏真宽嘛哈，戏真宽它里面的含义就是会巫术的人。然后我们再看这个，如果说是像是哈太阳哈巫农赛德克，他们都会说。他不是会飞的人，有时候他们就会说哈布，这可能是一个因为这个他们有等于是把那个前缀拿掉变成哈布，
当然这语言学的部分我就不敢说，因为我们现场有语言学家，我就不敢随便发表哈我的意见。但是我们一般他们都会说哈佛比较多了，哈佛就是会飞的人。然后在那个赛德克或是不管了，赛德克或是梅园泰雅或是万丰的布农，他们一致不同族群，但他们一致都叫普里就叫做噶哈普。有的是说普里就是噶哈普，有的说蜈蚣人就是噶哈普，也有是普里全部的人都是噶哈普。也就是说他们只认识噶哈普，也或者是说他们认识所有的人都以为是噶哈普，除了汉人以外。就是你就可以知道说噶哈普给人家留下怎样的印象。当然印象很深，但是留下的印象都是坏印象，就是我们的巫术很强大这样子。但是很有趣的是，汉人会传说我们吃小孩，但是原住民却不会，所以我们的翻头鬼可能是只吃汉人的小孩，不吃我们自己同是南岛民族的小孩，有可能是这样，开开玩笑哈。好，然后他这边讲说，其实他们都不清楚哈，有把灾的存在哈，都是只知道卡哈姆。当然啦，少族就不一样了，因为少族跟八仔哈。有收租翻大租的这个关系，以及他们有些通婚，有些历史上的渊源，所以他们就会比较认识像那个爱兰台地的八仔，阿里塞，那但是少族的传说里头也有曾经说跟我们并肩作战对抗赛德克，也有这样的传说，也很有意思哦。那总而言之，就是我们在边境这边啊，其实充满了很多很多，就是很多想象的故事。那当然也许在旁边的人的感觉觉得说那这些可能都是传说，可是这个在我们自己族人来讲，我现在讲的全部都是别人讲的嘛，可是在我们自己族人自己亲身体验来讲，我们的老人家每个都是确确实告诉你这东西真正的代志，他们一定，而且不管你是什么宗教，刚刚也体验到了嘛，两位都是基督徒哦，可是讲起来的那种兴奋度，然后可以感受到一点了我是从小就有听这些故事了那到了我真正去做田调的时候，哇，那更是不得了啊！我相信我坐下来，大概至少三个小时才能够离开所以我现在很幸福，因为一般人可能没有办法像我这样子可以在很短时间内，或者说你可以跟这些报道人住在一起，然后就随时想到就可以告诉你，有时候我满脑袋都是翻头鬼的故事这样子。再看好，那有的人就会说我们这个是一种巫术指控了这是比较西方的理论说法好，那我们来看看，这是一个暨大的教授说的他说所谓的那个翻头鬼吃小孩的这个就是说他翻头鬼呢，他一定要吃生的东西来增强法力，小孩的心肝就是其中一个小孩的心肝。吃了以后可以，对，可以让你把，而且他也可以吃生鱼、生虾那些都可以，但是小孩的心肝是最好，是上品。那他有讲到说，这可能是因为那个，就是前现代的这个卫生环境不好医疗不发达那孩童的夭折率很高然后所以就会发展出这些恶灵传说，然后这有等于是一种社会制约、社会控制，就是可以让我们的居民可以在这那个时代能够安居乐业所以他看就是噶哈普的巫术就变成一种也类似戴罪羔羊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然后翻头鬼是一种污名化这个都是外人讲的，可是我还要再强调，在我们族内不是这样子，一直到我那天在十一号在那个现场我都还有好朋友也是很有名的一个朋友他还在跟我说，你们这个就是污名化，你们这个就是巫术指控，就天天特别留下，就想说，这个，因为他自己研究太阳嘛，那太阳也有那个马猴腻嘛，就是属于他们的黑巫术，可是他还是会觉得我们这个就是说等于说，来研究的学者呢，大家都觉得这不是真的，这个是一个想象，这是一个传说，可是对我们的族人来讲，它是一个可以举出人事物就是我们都可以知道是谁干的，然后住在哪里，然后他几岁，反正我们都知之能详是谁，然后呢你可以发现说每个故事呢虽然不一样，但是脉络都是一样的
而且有些故事我是从台北的，就是说他可能二十岁就嫁来台北了，十几岁嫁来台北，然后也很少回去，他也没有办法跟这边人串通，你知道？但是来到台北五六十年，他仍然记得小时候他亲身看过的，或是他的母亲亲眼看过，就是我们的第一手报道人其实还是在，也被放过的，或者说他的父母亲，哈、哦，是受害者，哈、哦，都是存在的。好，那我之前有讲到集体性格嘛，哈，我就是比如说我有问过一个大大说，为什么我们四庄的蛋婆会那么多？因为我后来我发现说，哎，什么拎刀马舞很多会，啊，拎刀马舞，拎刀马舞，哇，我四个庄子过去吓死我了，是不是每个家族都有翻婆鬼啊？这是什么样的一种社会？因为我为了了解南岛巫术呢，我自己翻了不少书，然后我也走了好多的部落，啊、这只有我们心机快了。哦、真的就是真的都就是好像感觉当翻婆鬼是一个蛮可以作威作福的哈、哦、就比如说像我们有一个就是环港会嘛哈赛摩环啊赛摩啊哈就改蓝人哈、哦、那个刘大哥也知道嘛哈、哦、在场至少有三个人在生命中都是有跟这个人交手过的哈、哦哦、他就到每一家去啊，就到处搜刮啊。那个你去，就到你家，然后你就要拿最好。那时候都很穷哎、欸，最好吃的好喝的全部都要拿出来。然后他又怎么喝都喝不醉。哦，哇，那真的，我像我妈告诉我说，她最讨厌看到他。虽然他长得又高又帅，很有趣哦，翻婆鬼颠覆大家的形象。好，又高又帅，而且我还听到说长得什么跟荷兰人一样啊，是有荷兰血统啊，皮肤非常的白皙。啊、哦，在一直点头哈，刚刚今年导游，啊、哦，真的哈、哦，都在点头，然后看到，好、哦，但是就是说，你能够学到这个巫术，大家都会怕，而且他又会遁，啊、哦，他也不是飞，哦，所谓的飞有两种哈、哦，就是比较我们会说，哎呦，那就我爱用金蕉就好啦，用盾的就好嘛哈，对吧哈、哦，那个比较逊的就用长香蕉叶的哈、哦，那盾的话意思就是瞬间转。哦、那这个我们理事长的爸爸也是啊、哦、理事长没有在这边，理事长爸爸以前也是在梅园的时候被那个改来、哦、就这个巫师呢就他就跟他说哎今晚好等去休息啊守城啊啊今晚几点嘛哇、哦、四五点那有可能、哦、我们从梅园、哦、虽然搬一个守城大山过来是守城，问题是我们那时候不可能这样搬嘛、哦，你这样搬的话，可能也要个一两天嘛哈、哦。那水城那是很高哎、欸。那你如果说这样子绕从国兴这样过来的话，那也要好久。那时候公车什么也都很慢。那时那我 calling 哎，讲着讲着，他说哎呀，不 calling 啦，压力卖灯皮。讲着讲着，哎，这不是温主吗？就家里就到了哦。那时候看一看，啊，都讲嘛是黄昏啊哈。啊，里头要不要落山？哎，一样，那个景色一样，可是我们说在转眼之间已经回到自己家里头了哦。这个都是那个第一手报道人这样子传下来的哦，很有趣。好，我们来看一下哈、哦，他说因为流行，好，我有一个表舅今年还没七十，他曾经也想要学，我说他、啊、不是绝子绝孙吗？他说，我说你怎么敢学？他说。就你知道吗？很厉害啊，你那个巫术很厉害耶，那个别人都不会，只有你会啊、哦。所以事实上，我们一直到现在哈、哦，大概六七十岁人当中，其实还是有巫医哈、哦，六七十、八十啊，我们其实巫医还有不少人啊、哦。但是说，只是说巫医的需求没有那么多啊、哦。可是我们像我们这些巫医当中，也有人是曾经有机会可以学黑巫术，就是翻婆鬼法术的、哦、只是说因为在现代社会中哦，这个你如果真的你就算是巫医，有可能在后面被人家指指点点的哦，所以当然要学的人是越来越少了哦。然后那我们看一下迁徙哈、哦，就这边顺道一提啦。我会发现说，我们到原乡去啊，我们到哪里去？像比如说像八仔，他们在大社就还有族人，他们在内社有族人。哦、他们就你就可以都还找得到，
可是我们嘎哈布完全找不到。我们嘎哈布，你回到原乡去问，都没有人有任何印象。比如说，一开始可能有人是，好像有嫁给我们当中一个人，就听说这么一个人，就200年前这样子，然后完全没有任何族人或的任何一种迹象，说是要来做，可能要来找我们啦、或后代啊，有想要寻根都没有，完全没有哦。也就是说，我们几乎可以说就是集体迁移了哈、那其他的像帕布拉他们沙鹿社还有人啊，对不对？道卡斯、后龙他们苗栗都还有人哦。嗯、帕布萨也是，其实那个马兹林社也都那个啊，还有像当雷士比较多来了。可是其实他们在原乡都还有后平亚嘛哈，都还有人，可是我们完全都找不到了哈、那再来就是巫术，是我刚刚讲的哈、在我说的这个达达，他今年80几岁，他说哈、就是阮顶一辈的，顶一辈就是差不多阿公爷那代哈，就是、他是民国初年，或是说再更久一点的哈、就是在可能清末哈、那个时期出现了非常大量的占卜鬼。那可能是那个时代，其实那个时代所需要的可能就是御敌也是一个嘛哈。那还有就是说，你其实在那年代物资这么缺乏的时代，那你如果能够成为翻婆鬼的话，其实就是可以予取予求啊，大家都得尊敬你所以这是我目前可以找到云。那当然各位也可以思考看，如果你待会如果你们有一些想法，可以跟我交流哈。还有在服装哈，这也是顺带一提啦。因为我们的服装很有意思，就是说，因为是我二阿姨去附赠这个服装的嘛。那当时一件、两件、三件、四件，她已经做了好几百件的衣服了。哦，就是大家自发性的去把它穿回来的。而你去看哦，我们现在制服做出来了，舞团的制服做出来，你就会觉得整个整齐划一的时候，你就才会突然去想到我们的这种集体性格。别的族群很多很多都会去大量去定做什么的，可是我们的族人是自己。一件一件，就是大家就觉得，哎，流行，你穿我也要穿哦，所以大家就是这样子，就纷纷去定制这个衣服，然后慢慢，连外人都来定哦，那就是因为看到我们族人都穿的，很有自信，很美丽，所以也掀起了一股嘎哈姆的服装旋风这样子。好，稍微提一下哈，我刚才讲到收，就是这边。放啊，收啊，治病啊，哈、这部分就是绑啊，修啊，哈、一边就是这个就是那个巫医的工作啊。那我们嘎普很好玩，就是说，因为收现在也没有了啦，因为收是因为因应市场需要嘛。我放了你，当然就哎，你应该说就是说，比如说他放了我，那我就要去找他嘛，啊，他帮我解嘛，然后他们两个就斗法，啊，那斗法的时候，如果说，一不小心，有可能他放给我的法，哈、就会跑到他身上去。如果他输的话，那也有可能是说，其实当他要来收我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他已经知道了哈、所以说，如果这个人巫术比他强的时候，他就可以去治他。但是如果说，他们两个在斗法当中，有可能是说，有可能是他落败，他有可能就会发疯。哦、我们有一些口传呼吸系统，就会有这样，所以你在这个收放之间呢、其实你要先去衡量自己的法力，好、有没有比对方强。好，啊，不平要这些都好、好，那我们有一个很可爱的名称叫棒黑果，好，在棒黑果在这边哈、放虾卦哈、这个台语各位有听过吗？有没有人有听过？对，这是一个很陌生的语言。然后这个巴古优，好，巴古优就是我们的族人的讲法哈，但是是巫师的讲法哈，一般人其实也没听过。阿库利刚我听过哎，巴古优，巴古乌利我听过，不是，不是啊，不是，我不是讲嘎多户底家阿古，我是讲巴古优，这巴古乌有人讲无清楚，我自己人讲我无共同。其实关于这个部分，这个是来自一个巫师啦，哈，这是来自一个巫师他本身的说法。那我们就啊，我们这有提到说脚底掌门喉咙声吧，
这是真的是千真万确的事情哦。这个看过的人真的，这也是我阿姨嘛，阿姨她我大阿姨她亲眼看到的。然后喉咙施法，她自己也被人家放了，也喉咙真的长头发的哈。然后以前有人那个就是因为被放了，后来死掉哈，因为你头发喉咙施法，你想你可以吃东西吗？可以讲话吗？不行吗？然后后来就死后 Q 骨其实化痕。他的喉咙都是头发，好，有这样的，然后也有是那个，好像是，是吧？照了什么样子的 X 光哈，发现他的头发这样子哈。好，那我这边有讲到说，班婆鬼其实他是台语发音的哈。那其实我们的主语是打个打个，然后打个他原本意思是鬼，也就是说他比鬼还可怕，所以我们的族人已经把。这个变成代名词，你知道吗？打个打个哈，哎，你也在陪你的麦克风，随时把它补充哈，好，嗯，打个打，啊，你再讲一次，打个打个打个，好，打个打个哦，听起来很有气势吧哈，好，这个也就是说，其实很有趣的是，我们四庄没有什么鬼故事哎，好像整个四庄的天空就是被翻头鬼给遮盖，真的，我们没有什么那个摩西那故事也不多。哦，摩西那也都在山上，然后水里头有水鬼，也有人亲自看过。可是他的地盘只有在水里头，摩西那的地盘在山上。哦，我们整个四庄都是翻婆鬼的地盘。啊，我们所有的鬼故事都以翻婆鬼为大宗。哦，所以你也很难听到别的鬼故事。然后呢，哈，人死的会变鬼无？无看过。人死敢会变鬼？敢有人看过？好，哎，这个很有趣哦。我们信道教信那么久，一个是我们的族人并不会认为，而且讲话的是信道教的哦。他并不认为人死后会变鬼哦。可是他会跟你说，环保贵比贵够啊，惊人了呢。好，够他恐怖了呢哈。所以这个是我们四庄的一个就很有趣这个神灵观了哈。然后，这边有提到嘛，就是他因为他喜欢腥味嘛。那三角母猪，好，沙卡丁波，好，变成三，当河里去抓鱼，很有趣，为什么要变成猪才能吃鱼？哈，猪怎么会吃鱼哦？很有意思哦。好，所以这当然有很多人会不相信，可是呢，我们亲眼看过沙卡丁波的也有人，也有这种第一手的报道人哦，他会闻那个麻油鸡的味道，会找到心神的，吃掉他的心肝这样。好，那如果说是我们也来讲一下巫医好了。其实巫医它其实就是跟一般的南岛的巫术就很像的，收金啊、止血啊、化骨啊、扶蛇啊，就是说蛇都会怪怪的这样子哈。啊，制皮蛇大家知道吗？会抓，就是带状性疱疹的哈。这个现在那个也不是只有我们，不是说这怎么可能是汉化？其实像赛德克在我们那个山上的春阳那边的赛德克就很厉害，我有听说。到这几年都还有人在从事这样子的巫术医疗，寻找师傅啊、师傅啊、令巫婆很好这些哈。好，那我们也有二十几岁的一个族人，他后来也承袭巫医的工作啊。那当然这样的人数是非常少的、啊。那他有说，他说他当时就是在金门就是一直看到鬼嘛，然后他就觉得回来找神坛。我帮他看了一下，就那个神，然后那个道士跟他说：“哎、欸，你后边徛迄个吼，我无看过呢。你后边徛迄个迄位神，我无看过吼。啊，跟他请还那啥呢？就因为他也不知道他是嘎阿伯，他也不知道这个人，也不知道我们这个族人啊。然后他本来就很想要学巫术，然后他听到这样说以后，他觉得是我祖先来找我了，所以他就去找他姑妈，我姑婆。”那因为他不是直系的船，然后当时还有说去做了一些仪式，他的姑婆才教他这个巫医的部分，好，然后还有就是这边可以提一下，就是像布农族啊，他怎么说我们的哦？因为布农族的巫术一向以来都是被其他族群认为是最厉害的。我们南投啊那边也会讲，我们南投谁最厉害？布农族。然后周族那边也会说是布农族，但是布农族会怎么说，你知道吗？
布农族他们会说最厉害的是，他布农族里头有分着色群是最厉害的，啊，着色群就是仁爱乡三个部落嘛，中正、五界还有万丰，万丰就在我们五公仑半座山的隔壁，啊，他们怎么说？他们说，哎呦，他不比我们还厉害呢，对，哦，他们自己就会觉得说，啊，因为他们里面有像五界，他们也都有跟我们斗法的传说。然后为了要抵御我们的法术啊，他们还要调最高的巫师啊，好，啊，坐镇某一个村庄哦，都还会有这种很有趣，一直到现在哦，他们都还流传，也都是我这两年填调到的。好，那我们介绍，哎，这个很有意思的这张照，这个图案啊，是我们就是我们这个摄影师他弟弟啊，刘启川先生，因为那时候我们要展览的时候。我觉得我一直很希望能够让这个展览能够让我们很多族人都有机会可以在我们的展览当中能够表现他们的专长哈。那你知道我们卡哈布是人才济济的，所以我就跟他说，你可不可以明天画一张图给我，就是翻婆鬼飞越美西，翻婆鬼变三角萨卡迪波，他真的一天画了三张给我，很漂亮吗？嗯，他本来就是画唐卡的，所以他的风格，就还蛮异国的哈。这个是梅西啊，刚刚没有看到那个地图的，你可以稍微看一下哈。啊，他这样，他可能这是大南庄嘛，因为这是他家嘛。好，这守贞，遥遥相望。好，我们看一下哈，这是也是我妈妈告诉我，还有很多其他人告诉我的一个总和哈。过去呢，因为我们在边界嘛，那斑婆鬼呢，他是怎么样？他的手哈，一手可以拉十个，就是反正一共可以最多可以拉三十个人啊，一起飞。好，然后他们都会有一个讲法说，大家手装好哦，啊就 KK 哦。好，我说好了才可以张开，一二三，然后马上就怎么样飞过河了，飞过河，然后那个我们以前都说太阳族嘛，以前还没有分类，还没有证明，赛德克还没证明以前，我都说太阳族。然后就只见到太阳族拿着弯刀，对不对？他已经要刺下去了。说时迟，那时快，我们嘎布已经飞过河，然后他那个刀子一刺下去，啊，空的，没有刺到人。然后对，然后嘎布已经安全。然后甚至还有一个讲法是说，一二三，直接就回到自己家里头。好，真有趣。那以前我刚刚说的那个巫师大巫师哦，他以前只要在这个庄头的时候，就假设他是大男孩。啊，我们守城在这边哦，早就耳闻了，马上大家就要戒备了，该来没来哦，大家小心一点。好，这就是我们的，你看，就是我们的巫术，我们自己人都是非常害怕，而不是说它是一个传说而已。好，再看，好，来，我也到了，因为我觉得我先看新社说法好了。好，不好意思，字很小，我用讲的就好了哈。因为我一直觉得说啦哈，斑婆鬼这个名字到底是哪来的？好，相信这边当中有很多人，其实尤其我们这边还有邱若龙老师，他以前是我们田调的前辈，他一定听过很多斑婆鬼故事。但是我不知道邱老师，你知不知道斑婆鬼是哪来的这个名词？有吗？不知道哈，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哈。对，有赶快请教专家。我自己哈，因为有些机会到新社啊那个地方。然后我发现那边他们根本都不知道什么叫斑婆鬼，啊，但是呢，他们有好多类似的传说，比如说像，Digo Sen 这种，就是说你可以让女孩子在你面前脱光光，好，这个我们四庄都有哈，这个是我们的原乡嘛哈，然后呢，比如说像是也会飞，然后飞的，像这个东西很好，他这边还有讲说。他飞的时候是说预防他掉下来，因为如果眼睛张开的话，他人就会掉下来了。他就说我给你两块钱，好，那你不要花完，你不要花完的话，你就可以一直花，他钱会一直长出来。然后结果有的人哈，后来就想说一路都慢慢花，因为又走回家，因为他中途掉下来，他眼睛张开了啊，然后后来哈，他想说还好法师又给他两块钱轮流花。他就吃喝玩乐回到彰化的时候，想说快到家了，我就把他一起花掉，结果两块钱就没有再生回来哦。好，这个很有趣。然后在新社讲法，他们就说
我们的噶哈婆回到婆里以后哈，突然就从婆里来了凤阳婆，哦，他们都知道是我们噶哈婆，哦，那凤阳婆、毛三树，哦，都是属于像，嗯，比如说像远道花莲、台东，哦，他们都会指称婆里的叫凤阳婆，婆里会把这个叫凤阳婆，也就是说斑婆鬼这个名词啊，它只出现在，它只出现在婆里。也就是说这个名字是婆里诞生的。那我来看一下，大社就是那个八仔的爱女社哈，因为其实八仔族不可讳言，他们也是有这个翻婆鬼的法术啊，但是他们在大社也不讲翻婆鬼。那你看一下他讲的也是一样，他说 一碗白饭哈，啊，就是要丢到粪坑去。然后呢，比较特殊的是恶灵会在梦中教他法术，也就是说一般来讲白巫是梦巫，就是说你是梦到祖先的好来教你的，那黑巫是湿巫，可是他这边就有讲到是在梦里，然后那个恶灵来教你巫术。好，那所以说这个很有意思，那这个讲法是巫师本人讲的，嗯，大社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因为大社也是集体改宗，而且基督教非常的兴盛，而且他们非常的洁癖，就是在宗教上面，他们是完全把土地公跟妈祖全部拱手让给汉人的，他们完全不拜了，自从改宗了以后，所以这个还有这样子的一种传说，真的是非常的，在学术界来讲应该算非常珍贵了，因为这个都不是很遥远的事情，讲话的人才40岁而已。然后这边有讲到说这个还有黑巫师的后代，还有就是大社教会后面的墓园里头，因为他墓园他有一个马路嘛，哈，他就说把因为斑驳鬼他死了以后，他们就把他葬在那个马路的底下，然后让后人都可以就是经过的时候都可以踩一踩他，趁机报复这样子，哈。因为很有趣的就是说我们虽然说信道教信很久，哈，但是我们并没有那种轮回的观念。你们想想看，如果说以一个一般的道教徒来讲，你是不是 一生都要积阴德，你来世才会有福报，你才能够投胎转世为成人，不然你可能会成猪狗牛，对不对？可是你当翻婆鬼，那不是永世不得超生吗？那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要学翻婆鬼的法术呢？而且也没有听说翻婆鬼死后呢又变成厉鬼回来哦，所以说即使我们的四庄信的道教这么长久的时间，从张达经那时候开始，已经有将近300年的时间，汉教的时间，可是我们在这个灵魂观的方面啊，并没有完全被道教整个影响，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那这个部分，我小时候出现了，阿郭一起下来记为仪式最后的翻婆鬼，阿婆你认为是翻婆鬼吗？这个吼，这个拢有无做，哎，家里，拢有无做这几样，啊，伊个姊妹拢无，伊个姊妹拢无做，吼，啊，迄个时阵啊，关节痛吼，啊，痛要食饭，就是去痛吼，这个人。下面的时候啊，很顺，但东方不顺，就是你正顺啦。最好啦，你如果家下不对啊，不顺啊，都找你补气啊。那补气不要不明白了，这个当不顺这物件吼，那是讲没有你爱去拜托财务，啊，你啊会晓。要学晓，你爱三啊三日爱甲做做好，爱迄个师傅当变一个坑，互你甲做三日做好。那咱在做是真野啦啦物件，野啦啦毋捌听话，真互人厌，真互人咱讨厌哦。所以你就爱好胆甲做做好三日，你若三日。伊会当做交接时间近，你个写做话就一张表示你，表示你个迄个做话啊吼，
无空空啊。总是你学得，你第一人，就是像咱刚刚话富足以富贵。你这主语爱讲个正，爱讲个对，爱讲个真好听。你要学这种武术，你也学去，你也学会。这武这道理你学不了，你学不去，啊，就这样。好，谢谢哈。关于这位潘彩云女士阿魂哈，她其实彩云是小名，她叫潘金枝，在布农族，在那个水里，因为她跟她先生一起就是过去水里那边哈，然后布农族那边他们都叫潘金莲，哈，就是在什么车站什么对后面有一个庙啊，那边有个很会收金的收金婆，就是她。关于她的故事非常多，我从这样侧面都听到好多各式各样的，比如说什么。他会成一块黑布啊，就这样飞下来，然后他的衣服会也他的衣服其实里面有剪破，也就是说他其实是有发誓的，对，就是有很多人会去这样影射他。他的两个妹妹哈、哦，都会巫医，然后都在我们四庄，那他的年龄比较大，90左右去前年去世的。好，你看这个都是大家认识的人嘛，真好。还有我舅舅在这边，还有那是我们的林师林富美，好，所以他其实都一直很长时间就避他，就是他整个这一辈子呢，其实都是在扮演这巫医的角色。但是呢，我有听到一个传言哈，就是真的就是有人睡过他旁边，说他半夜的时候，整个人就是完全就是没有，就是好像灵魂出窍了。他完全是摇不动的。后来隔天的时候，他就跟他女儿问说：“啊，你妈那安尼哈，你妈长干细皮安尼哈。”就他说：“啊，哎呀，你妈都去夹那个臭臭啊，听得懂吗？就是我们番婆鬼不是都要吃那个生鱼啊，哈，吃那个生鲜的东西、腥味的东西来增强法力。所以就是有关于他的一些侧面的。”的那个讲法蛮多的啦哈，你给大家看一看哈。你看，其实如果说他真的是的话，哈，其实他就是跟一般人没有什么两样。其实我们等一下来看哦哈，你看这个就是，好，这个就是我们一开始协会成立的时候，我们的 logo 就是环博柜嘛。我还记得我们楼上的那个展览哈，本来是没有要展环博柜的啊，可是台大这边告诉我说啊，你们好像。签来签去都会签到斑驳鬼，认同也斑驳鬼，那你们的那个 logo 也斑驳鬼，好像无法不正视它，所以后来才增加了我们那个斑驳鬼的展板，大家有空可以去看一下。哦，你看这个就是赛毛斑的一个意象嘛，哈、哦。那事实上我们正常人是不会这个样子，也不会穿这样的打扮。哦，这个都是有很多想象空间。那这位先生画图的先生，他还在。我们族群里头常帮我们写毛笔字，这样。好，你们看一下哈，我们整个埔里呢，其实我们整个埔里曾经在2005、2009到2009之间，其实一直都有在办一些相关翻婆会的研讨会啊，然后也在标榜说，其实可能我们可以做一个什么翻婆会的文创啊，翻婆会文化节之类的哈。就是把我们这个大埔里大家共同的一个集体记忆传说呢，然后来变成文创，然后看到没有，哈利波特。那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的，那已经不是在线的，然后他就说，翻婆鬼是我们埔里小孩的守护神，你知道原本是吃小孩心肝的，后来呢，他经过了那个几百年后，他升格为我们小孩的守护神哦，可能改邪归正了哈、哦。没有，好，这是2009的哈、哦。然后再看一下这个，我们现场导演在现场，哎，还在吗？哎，有洪瑞，我们的研究生哦，这是他当时在大学的时候，他刚接触卡哈普的时候，他就导了这出戏哈、哦，卡哈普少年。他真的很有才华。哦，今天没有帮，你们可以到网络上去了哈、哦，应该是可以看到这出戏。那这个女生就是演那个翻婆鬼哈，那也是就一直张牙舞爪。可是事实上，现实中的翻婆鬼哦，她绝对是很低调的哦，她不会让你
就是说它的行事风格也许会比较诡异，但是它一定是低调的，不可能说真的还让你这么容易找到他，或是知道他在做坏事这样。好，我们看一下哈，关于单头鬼的种种，这是普里图书馆，他有得到2005年的就是图书馆第一名，他把整个图书馆变成单头鬼乐园，这个悬吊在那个他的那个有点像天井的那种我不知道怎么说，就是建筑物跟建筑物之间的一个空档，然后还有一个好就短身的哈单头鬼的雕像，在那个国际会议厅里头，然后你看单头鬼多么的可爱啊。对不对？而且他的那个芭蕉叶是这样子拿的，这样子的拿法我在花莲有填钓到，但是我们埔里的话，一般都是这样，插在这边，插在这里，插在那个腋下飞，最多的，然后还有一种讲法就是像他，这个很可爱的，就是我身上的那个 T 恤，很可爱，对不对？动漫版的哈。他就是踩在那个香蕉叶上，那还有一种是放在胯下的，那这个就比较像西洋的巫婆，那不晓得有没有受到他就是小时候可能听很多种故事，然后他就是一个拼贴的印象这样。好，那因为我看时间还刚好到了哈，那这边就先跟大家说声马嘎达哈呀。这个是我们的族人啊，欢迎大家今年12月23号能够到我们部落来过番年。那把这个时间剩下时间呢，也可以留给大家，就说如果因为我们一讲讲了2个半小时都没有好好让大家去休息一下，去洗手间。如果说你们其他人想要留下来，因为我们图书馆也有关门时间了哈，那如果说其他人想留下来跟我们交流的话，也可以，那或者说我这边可以开放这样，对，好，就是说我这边可以开放一些提问的机会，然后如果你们有要分享的啊，希望可以说你们自己也有一些单头鬼故事，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好不好？来，那这样。同学你好，我想要想一个基督教翻译的学校的时阵，伊个牧师是伊指派派人去接，还是讲自动备选？第二个就是讲伊个教堂啊，那是伊个三角形尖尖，我感觉迄有，那是特别有，唔知有啥意思？那尖尖一个，敢那一个尖啥呢？啊，你讲比如，这项经济的这些规划，你做工以前就做那些，所以讲，这个产品啊，这种是农业啊，哪爱种啊，就是说，你哪爱种就别生气啊，所以艺术家呢，那我在为了讲这个过程，赶快就做到了。伫日本时代，即日本人诶，即个传道教拢无派人去有教做传道做牧师，啊，政府无人牧会，所以讲会友拢啊伫等讲会当着派一个人去，到时后来就派一个人去，啊，派即个传道去，啊，即个传道无啊病。啊，这个囝哪能推的哦？一个决定，安尼对大汉到细汉，啊，这传道教义，啊，父母一个拜伊，就讲欢喜这传道教义，甲每一个都爱唱。啊，查某吼，就查甫对传道爱唱，查某就对传道人爱唱，其中就有五个。伊当时无做了，伊无去甲很多阿叔，伊去甲很多人阿叔，但是伊甲很多人都人阿叔，伊无去看很多人，伊去看迄个边仔迄个囡仔，去看边仔迄个囡仔，啊了后上过无一礼拜，一个暗夜，很多讲啊，
无人来啊，我得赶去，头前两点，得两点的时阵，我辣椒都无啊，这芋果也无啊，拢暗啊，啊，他就跟门个关起来，门个关起来哦，那你再问这门关起来，关起来干啥呢？就这样，嗯，也好，啊，这半夜出来啊，这里鬼屋出来啊。来到叶明成前，阿明成前吼，阿这他都，他可能哎，底下的暗中不知道是做啥暗谋呢？底下，阿这他都做起来蒙混查，阿就这里多，这里多个很有一个人来这叶明成多底下，说啊。那这个兄弟啊，你遐来有种代志少？啊，这个人咱讲反共反抗军啊，伊就讲阿海啊，我即阵好去反共发现去了，可能吼从北边来攻了，其实就是咧，你反共发现去了，我呢过较乌敏感，其他来去。就这样要进去了。啊，了后这个人说啊，我无啦，我就想讲吼，见到了啊，到遮地，这不是理由嘞。啊，所以他就讲啊，要无你，那无你看看行去，啊，慢慢行，我就等这团队出去。哎，这团队出去的时候，我这过去人无咯。我看到一人啊，这团长讲，哎，啊，我两都也无开门，啊，我两门我关的，啊，门无听关，开门的关了呢，听明白？奇怪，这人是安怎明白？这都是礼拜日，这我都要查这个登录，查登录哦，都门都要关哦。人不得阿摩，我从两岸从看他的老客人，哎，老管家哎呀，阿来求我，阿我哩吼，拢不要，嘛不要，阿这个礼拜阿出去，伊嘛不开门哦，我过了我就等下，阿伊先做那，伊这点是阿那礼拜，听了就讲哦，安好。你等等，这才是你拢阿哥讲，你拢阿哥讲，反正礼拜日听落就叫你听，讲无什么人啊，你若唔听，就去拍台风了，你就过来，啊，就讲迄个人对迄个船啊，就开始唔爱来做礼拜，搬出去外口，咱基督教圣经就讲。你唔当做判断，唔当比恶判，那恶判就讲我不给你救到，叫大富大，哦，叫强大。那恶分无分，这个无做，你无病，有要找病，啊，不过好处拢无，好处拢无，我阿对。你得开外，自家唔能开哦，伊能按这个开始入个站，去遐子啊，靠家就不动了。我阿姐哦，我遐遐个接弟阿姐，伊昨天六七个，总是我遐阿兄用。我讲阿弟家唔能等侬无生，侬阿姐无生就昨天哦，侬死得了，伊你有把住好。嗯，我对最重要的东西就救到，救到哦，咱唔通落雨，咱会使雨，咱食下午会，反正恁来雨，啊，唔好叹哦。然后两位领导，各种问题都可以哦，还有什么事要分享？那。Leo， 你哎，刚刚另外一只呢？那还是这只给你看。我们年轻人。嗨嗨，大家好，我其实是
最近才知道我是卡哈姆的。对，然后刚好台大我班特男，所以就过来带我爸过来认亲的。那其实刚才听到这些东西啊，就是小时候我妈拿来吓我的。其实，就听了还蛮有感觉。小时候听也就觉得很怕，但是现在觉得其实还蛮好玩的。然后其实我今天很可惜，本来要带外婆来，因为外婆讲的更多，她跟我们讲好多东西，比如说小时候语文会穿墙，然后半夜睡觉的时候在房间乱飞之类。乱飞啊、哦？对对，我妈一直跟我，我妈一直跟我讲这种东西，就是会穿墙，然后就一直会被吵醒之类的。穿墙都被吵醒。没有两件事。两件事情，然后可能是那个屋顶上的，是不是？是屋顶上的声音吗？那个瓦片的声音吗？大家好，我是妈妈好，我也是最近才知道我是族人。都讲了。然后，他刚刚讲的很简短的几句话，其实是很多故事串在一起的，不是只有一个故事而已。那因为主角是我的妈妈，她。讲了很多很多有关，就是我们是住在蜈蚣仑的，但是实实在在发生在蜈蚣仑，大家都曾经看到、目睹过的状况。那这个可能要讲得很详细的话，可能要早一天，然后约我妈妈来分享。其实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就是刚才说就是比较没有道教的。道教中的鬼怪讲，可是我发现我们家其实有一点点，就像我阿嬤，我外婆，她说她小时候就是哪家人过世，然后她常常出门，早上出门就会看到那个人一直站在巷口那边跟她打招呼，就类似这种看到鬼怪说啦，我不知道是不是只有我们家这种特殊，因为我外婆其实是她的爸爸其实是台南过来福建的。对，所以我台南的福建人。对，就是台南的地方。对，我不知道是这个关系，所以可能会有点影响到。对，其实好像只有我们家。但是你的童年就是充满了鬼故事，就是。对。那讲一些状况，其实小孩很怕，但是不懂那些事。现在长大觉得其实蛮好的。可是我想问一下志文，妈妈吓你的原因是因为你不乖吗？不是，她就想讲啊。她就想讲。对，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啊，其实关于吓不吓这件事情啊，我也发现很多人提到巫术指控的时候，就会说，对，那个是拿来吓小孩的。可是比如说像我把这样的问题丢回给我妈，我说阿嬷会不会吓你，她就会说不会，就是说因为你知道那是真的，她根本，对，就是说她会吓你，可是因为妈妈知道现在已经没有了嘛，对不对？如果你知道你隔壁邻居是的话，你觉得你会向他说你不乖，你再不乖，外婆鬼来抓你，你会希望吗？如果你知道是真的话，你真的知道有哈？像我们家就不会有这样子的。像我问到很多族人啊，其实只有那种族外人会比较多这种现象，就是别的民埔族群，他们都会有传说说什么，哎呀那个修行哈还是哪里哈，就说那个外婆鬼来。哦，你可不要再哭了，还是不要，你要乖，不然那环婆会吃小孩。可是，在我们自己的市庄里头啊，其实还是会有，可是非常少，然后也不是那种下法啦，因为我个人认为，觉得说，如果你真的知道有的话，你还敢下吗？你还会希望吗？而且，并且啊，我妈妈有告诉我说，那个有几个巫师的名字，你根本连讲都不能讲他的名字。因为他其实随时都可能出现在你身边，他就变成一阵风，他隐形的。然后他如果听到你讲的名字，他就觉得你一定在讲他坏话，他一定会找机会放你。关于这点，就是我外婆有讲过，他说，就是烟能到的地方，他就过去。哦，对，差不多。对，你看，像你外婆很早就来北部了吗？对。很早就，我妈。对，大家没有串通好吗？所以就大家讲的都很像，就是说风能够，我这边讲是风能够去进的地方，翻婆鬼就不要进，有吗？好不好？先问，但唐门吼，那唐门也是兼以东门鬼，是贵族，贵族鬼，可
可是啊，像有一次啊，那个就是在日治时期啊，就有曾经去报官，说谁是范国鬼什么什么，吃我家小孩说偷我们家的东西什么的，然后偷吃我们家的根据什么的。然后那个结果那日本警官还跟他开玩笑说，啊你那么厉害，你为什么不到银行去偷钱？啊银行去，对，他说我去了，可是我拿不出来，就他进得去，但是他是没有办法把东西拿出来的。好，那还有在座还有人有要分享的吗？还是有问题有没有？可以提问题。可以啊，当然啊，欢迎。嗯，你刚提到那个汉，来，你刚提到那汉教，汉教特别是指那个道教吗？汉教特别是指道教，那不然你的意思是还有佛教或者是一般民间信仰，就它也不归哪一类？另外就是说，这跟那个噶拉巫族是跟因为通婚的关系才有汉教，跟通婚有关系。我好谢谢你哦，因为我一直以为大家是为班婆回来的，所以还好你有问一些有关于宗教的问题啊。有没有道教以外，像民间信仰的话，因为像王爷他应该就算是民间信仰的嘛啊、哦。那我所谓道教，当然我们只是说用一般人的语言，那我们可能统称叫道教，可是我们应该那边应该是不能算道教才对，我们应该是民间信仰。对，谢谢你提醒我。那包括像我们那个三太祖，因为他其实是跟这个，其实本来哈、哦，我们都没有把阿布达达万的名号叫出来，我们是想还咒嘛，就是还咒这样子叫。那所以说是后来，我是听到他们蜈蚣轮的人都说是后来。才把阿布达达万这个名称哈、哦、给特别强调出来。对，可能他最早的时候是以阿布达达万的形象去刻的，可是这当中因为汉化的原因哈、哦，大家不再提，都是讲梵咒。对，像我觉得他也是某种形态的民间信仰的啦。对，他应该也算是了。那至于佛教，并没有。很明显，那当我们四庄里头，当然已经早就来，已经来自四面八方的人都有了，所以我当然也有，我所知道应该是有密宗，可是这都是非常小众，非常非常小的。那其他的基督教的其他的教派也有进到四庄来，但是一般人都不太清楚，那可能是你不小心逛逛才看到这样子哦，它并不是属于我们噶哈巫独特的信仰，这样。那你刚刚说是不是因为汉化而来的哦？在那个开山抚番之后，那因为大量的汉人进来嘛，对不对？然后入赘啊这些，就还有就包括说，我们觉得汉人比较会种田，汉人的男人哦比较会做事啊，那我们就会觉得，而且汉人会读书会写字，种种的原因啊，你就会觉得说，哎，招这样的进来，哎，可以帮我们增加很多的能量。资源吗？对，所以说我们其实它不是非常流行身形遭罪问的，对，所以但是它遭罪的对象呢，除了我们族人之外，其实汉人也是蛮大量的。所以就像我说的，你当你把这个男人娶进来，哈、可是我们面临我们所听到的一个现象是说，很多人就跟着拜祖先了，就像我们这个刘大哥的妈妈哦，姓潘，然后他们家是基督教的哦，妈妈，可是后来嫁给他爸爸以后，虽然他没有跟着拿香，但是呢，他都会准备那些祭品，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对啊，然后他妈妈都会很认真的准备哦，对，然后也不去教会了，对不对？从来不去，有没有？对，所以说这样子的实例，我们在四庄还听到蛮多的哦。我叔公也是，就是也是爸爸妈妈各一个是基督徒，一个是汉人的宗教，他就变成汉教信仰啊。对，他们都是有普渡的。我们只要看你家里面有普渡机，就大家就知道。对啊。我还有其他问题吗？而且我你的我都回答完了吗？我的阴暗宝库嘛。老师。我不敢谈谈头，我想认真。对对对对，我也不敢谈那个。哎，老师，你们大家真的是中华堂老师，然后他现在正在进行八载三部曲，然后第三部是噶哈巫，是不是？对，对哦，啊、是，确实专家。我想可以讲那个基督教的问题。好，那个我走过的平埔族番社啊，还蛮很多啊、哦。是，但大致上是北
北部都大家是以北是那个英国去，不，加拿大是英国，是是，还有就是那个马街嘛，那南部是刚才你讲的玛雅和的那个，是是是是是，或者泰国语，嗯嗯嗯，好。嗯，那跟台湾也差不多是这个样子，也大致是那个。跟台湾也有马街啊。哎呦，也南部也分了，分了那个，好好。那我有兴趣的是，那将来明年我要开始写第三部哈，那个还有这个，我想问一下那个，那你们嘎布的长老教会是南部是有马街的，那在古语的部分还有回到那个我之前。我是二十年前去那个西新社的时候，我那时候我没有注意到，到底是南部情况还是新社？新社，你是说花莲新社？啊，不是不是，还是台中那个台中原乡，台中原乡的庙一个也没有。不是台中原乡的基督教不会是在那个时期，对，因为我们是已经迁来埔里以后，对，我们是1870，我们是差不多1823年陆陆续续就迁到埔里。对，所以新社其实新社他们妈祖信仰很盛哎，对，他们都是汉教信仰比较盛。啊，细真家嘞？细真，我们是台中宗会，所以这个台中。对啊，我们是归台中宗会管的，所以我不知道你说的南部系统是，我们是玛雅各牧师的啊。哦，那是哈。来，包厢进来哈。对，家务对台中是社交是玻璃吼，教会但是。台中是吃人无够的，伊就是九二了后才有中国的一些节制的，这配给这物件外，美元拢有美元啊，就是主要伊的赈灾这物件，也要叫这教会，啊，但是迄个教是人处境的教会，毋是语言的物件教会，吼，这是安尼，啊，咱。伫台中遐无教啦，啊，伫埔里遐无啊。伫埔里个教拢属台中做个，吼，安知啦吼。啊，甲马街有关系咯，甲马街迄个系统。我只甲你讲，即埔里教会除了爱兰啊，甲即台中同大社，了了礼堂。这是今年1871年吼，也设立，迄个时阵张武林要不来，马街马不来，哦，迄马街就是1973年，1972年来，台商创设淡水教会，啊了后是第二年就来含这个讲。甘美林来到是玻璃，啊，玻璃迄个时阵啊，牛林到才同款，是即1872年创的。将牛林到的年份甲马街来改换的年份是同年，安怎？就玻璃就马街甲即个甘美林来，甘即马街的牛林到的三边。所以讲，玻璃历史学家就讲哦，这玻璃这教会哪间遐早就来，吼、所以嘛是做着真大记录，也是探究哦，去探究这中国教会过去的这台湾这项现象。对，我觉得我刚刚这样回答上不是很正确啊，因为我们其实是因为受到玛雅各牧师。他就是为我们对开启了那个马哈基督教的对，就是一开始的那些信徒，初代信徒。但是其实是马街他有来，但是马雅哥他没进来。听说是因为下大雨，是不是进不来吗？还是坐大水？是不是坐大水？是不是？对啊。马雅哥无进来吗？哈，是不是坐大水？马雅哥啊，就人多少个书，伊无够铺路，伊拢无够铺路。就是到甘美林来的时，甘美林表不来破路，啊才去到台北，啊才含马街落来看南部教区，是安尼吼。所以讲安马街含这个甘美林来是中部做一个真大，迄个讲
痛苦。我到后来才知道，对大家去到是这个华人观音来分接做北大这个讲大会，甲南部人大会，安尼来区分。好，谢谢。那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呢？还是等一下，还是邱老师你要不要讲？我听说你有很多搬火鬼的故事耶。对啊，已经很多人告诉我了。对，麻烦跟我分享一下。没有声音吗？哎。往上推。来，我跟你换。以前啊。我去那个牛洞那边，有一个日本的和尚啊，在那边休息。那他的是那边有一个老人家啊，叫王金辉。那边的人啊，都从小啊，阿爸小孩子经过他家门口，都爱用灶来画阿弥陀跑过去。啊，有一个人说他小时候国中的时候，那个阿妈就那么老了，他现在已经那时候已经快五十几岁了，他说那个阿妈都没有老，他那时候他附近的人嘛都不敢跟他接触，只有那个我认识那个日本和尚啊会送饼干给他吃，后来那个日本和尚就跟我讲。啊，就去拜访他。迄阵伫迄个古洞啊，过迄个山洞，底下有一个小小的那个水庙。啊，我一去的时候，他那个门口啊，他的门口那个锁头啊，十几个，啊，锁得紧紧。然后那个铁链链那个土口啊，那个每个铁链都这么短，这么短，链在脖子上，五六只。好像被钉在墙壁上一样，在那一直叫一直叫。你看到他，你就觉得他不是普通人。他当时我去找他说，他问我说，他以为我是记者，他说你是记者吗？我说我忘记了。他说你是记者，我也不怕。第一句话就是这样的，那个就说他是不怕的，对。但是他又跟我讲说他的。家里啊，为什么放那么多手环？就是招小偷，有人偷他的衣服，意思是要跟他做，要对付他。反正他讲的大概都是这些东西。那因为我就住在那个日本的和尚的家里啊，吃素吃了三天，我受不了，就叫我同学啊，请了外啊，从土里载我去吃牛肉面。啊，那时候我就跑出来跟我同学，那时候我同学他是从五色山下来之后，他骑摩托车骑到那个牛洞过去，他就问到这个阿妈，他阿爸就跟他讲说，你该喜欢跑的，刚好我同学就跑过来的时候，遇到我走出来，刚好跟他挥手，就一挥手完之后，那个阿妈就在后面就说。你吹牛啊，这样马上出现。后来，然后他就跟我们打招呼就走。然后后来我同学吓了一大跳，说怎么会可能？我骑个多外，这样跟他一转身骑个多外过来，他已经在后面，他就吓了一跳，好像真的蛮神奇。潘金辉哦，这潘哎，那其实是戏真的可能性蛮大。其实阿姑，你敢有听过乌冬呀？有多少哪位啦？什么呀？乌洞啊，牛洞乌哈，我好像我也是有听过类似，就是说他比我晚要出发，可是我回去的时候我已经看到他在家里，对，也是牛洞。他那边的说那个老太太哈，乌洞嘛是亚干顿的。乌洞嘛是亚干顿的。他那个前面一条河流嘛哦，他那个阿嬷有时候会从河流里面。冒出来哦，他正在吃鱼吗？尾巴咬的。好的。对，之前王浩他还在世的时候啊，也很喜欢讲翻婆鬼故事嘛。对他也是很喜欢说，就是好像吃的满嘴都是血。然后那个阿嬷，他的手上在活珠，
我从床边带他去。哦，只是床到床。哇哦！所以其实我们也有发现说，翻婆回的巫术跟那个民间宗教、民间信仰，它有这个叠合的情况，然后跟茅山术、跟凤阳婆这些，啊、哦，它其实都有某一种暧昧关系。对，就是关于这个部分，就是因为都文献上都没有提，文献上完全没有提到这部分，好、哦，所以可能我们还需要有。更多的讨论啊，更多的分析，还有吗？还有没有其他的？今晚你有问题吗？好，你讲一下。另外一只在，好的，那我看。罗老师在里面画满了。好，凤今天报告的内容很丰富，那我在听，其实感觉哈有一部分哈。跟凯达格兰的经验有点类似，哦，毕竟都是皮普族啦，然后也是在同样的历史构造里面。那，我想谈谈有关于那个宗教变迁的那个问题。哦，好，好。像你刚刚提到那个有关于环那妈咒啦，哦，或者是环那。你说你是说三神妈祖吗？你是讲的是真的妈祖吗？我也感到很有兴趣。你不是说你不是有提到那个对三妈祖哈？姨妈祖到那个府里。对对对。其实凯达格兰也有啦，但不是姨的，是简的。简的。简的是怎么样？简的就是在海边哈。捡到那个人家丢弃的那个妈祖像，嗯，哦，就是汉人丢弃的妈祖像，那把它捡过来，三雕社的族人把它捡来，嗯，然后就变成三雕社的人在供奉的那个环那妈祖，嗯，哦，啊，这个是三雕社的经验。那像那个北投社他们，那个环那欧米亚也是捡来的。那所以我在想，有可能类似妈祖啦、王爷啦，哈，这个在皮埔族里面可能蛮多的，就是这种原汉融合的这种信仰。哎，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因为妈祖本来在清朝就是国教的嘛，所以在那个时期，你妈祖本来就是一个很容易可能会去传播的这种宗教，然后再加上王爷，因为他是本来就是防瘟疫的。哦，所以他其实是在那个时代是很有功能的。我想他的可能因素应该蛮多的，不会是单一的。对，但是噶哈姆的宗教，比如说像捡的这件事情，我们会发生是我们集体改宗以后是别人来捡我们的。对，所以我在想，可能别人来捡你。对，因为我们不要拜了啊。就比如说我们这边可能没有那么明显，我们现在像我妈说把它砍了。好，可能有人说烧了，就像八仔他目前的那个爱兰教会啊，他原本是包公庙，然后他里面的那个包公被道卡斯人迎去拜了，所以反而是别人来捡，对，所以有没有可能是，有人可能凯达格兰其实就是因为是不是有其他地方有人不拜了，然后有没有可能是可以去探讨一下？当然有，对，当然有，而且北投社的那个王爷有一种说法，就是丁西海洋那个改信基督教，然后也西海洋就对对，你看是不是这样就是有可能？而且，那我的想法是说，像这个妈祖信仰或者是王爷信仰。可能在很多的族群，云埔族群里面，可能都有。当然我不晓得，我只知道我们台达格兰有，但其他的哈，像那个什么，像其实那个很有名的天后宫，那个就是跟道卡斯有关啊，那个妈祖就是大甲，对对对，大甲镇南宫的那个妈祖就是环那妈祖，其中有一个就是啊，那个什么。那个八道的那个北斗的那边有犯太祖啊，他的那个妈祖庙里头有摆犯太祖啊。那我有一个
北斗的东罗吗？多大？哈，有啊，就是什么定安宫在，定安宫在往往某条路走，我有去过啊，嗯。这个是其中一个部分，嗯、就是说我的一个推测，可能很多地方都有类似这样一个云汉融合的一个信仰文化。然后我觉得比较有趣的哦，是你们最近那个环太咒的那个庙的那个事情哦，嗯，就是说潘英玉长老本身是很虔诚的基督徒嘛，可是又担任这个环太咒的那个主祭，是不是？不是，那一年我们因为我们过年是轮四庄去轮的，那一年2015年是轮到蜈蚣轮社区。然后蜈蚣轮社区它的过年是在广场，在那个新的那个庙的广场进行的，所以就会留下这个很奇特的画面。然后那我阿姑哈，我觉得我阿姑有个优点就是啊，他其实是基督教，可是他对于祖灵的这个部分，他我觉得还蛮开放的，就是说我可以理解，对啊，但是哈，因为那个祖灵哈是这样的，那个祖灵就是说被偶像化了哈。而且都把它雕刻出来哈，那对长老来讲哈，你自己怎么样来看待这个问题？这项到之后，用特别安那讲对人讲啊，咱就看你把它做一种，这份这种也多也轻，也是很多也是轻，这种较好卖。这是很重要，我觉得对迄个去强调干部，好、嗯，哦，真济人讲，恁安尼创政府很多要超贵，唔是恁的家好问题，哦，对，这跟我无关系，这因为这是因亚江遐个人发起，啊，对地是。对玻璃器有人去笑的哦，啊，有些人讲有个设计啊，有设计哦，就爱电锅啊，电锅就规个拢盖住啊，盖住全家人电锅拢爱来住啊，头顶的，哦，这部分，啊，这个部分，这个很重要，我是做多了，我总比赛更多。所以讲，我伫地下去做，包括伫都拜啦，迄阵我嘛拢无讲葫芦，咱无讲葫芦，咱一就拢无去讲，因为这几个叫做讲，观想感也上帝子的变形图，这里无错，我咧用感觉上，无去就够咯。咱过去就做上帝听他，啊，唔忙未来一年，你搁应酬阮，我无要用葫芦做，因为家反正是拢家造份的人多些，但还有是看重。高高的咯，嗯，木度高，嗯，有达项高拢过来哦，嗯，这种我就买好一些番茄，因为番茄作业我拢听，啊，要做这一些，要做一些，你安那提我，哎呀，嘛叫我提回来，因为。过去是家母做这多年，嗯，我们做南瓜工做多年，做多年是哦，咱从自从百年过来做多年，咱从邓老师这里过来呢，咱过做多年，多年是过年，啊，按水工我从我至少把我两样。啊，无话就讲，我讲，因为你啊弄好了，你讲变歹表达去咯，变歹表达了，会用讲无啊，
你做这个账户开了，你这照你讲去看的文，嗯，所以安尼我爱直接跟咱你讲，弄一支过来。啊，过几年，十二月二三，可以上面过年。我嘛拢唔做，我家己不要那讲，我唔好。啊，搁个部分，这多人，你俩，无卡结论，有种无卡管，你爱倒呢，不倒呢，因为这倒不是讲真命的，不是真命厉害的，真人的厉害的。这道教、佛教咩讲？佛教现在如果是因会晓武术，会晓这个法术，因用这道教话呢，因是台湾人，这道教有武术，有见有有拢有武术，所以讲因神再会，因神再会，这是。每一种药物就变，亚麻豆、人参、泡粉头，这里人七千打七千，打够，这种阿叔的厉害的，你打好，咱好好人打好，会烧啊，吼，安尼会烧。这就是法师最厉害，不是人，不是讲一般人厉害，嘛不是剑最厉害的。迄剑，迄个讲武将的哦，迄是一个套的，互你照靠，讲啊，迄个尊严，正尊严，故意啊，是剑，迄灵，就是灵啊吼，灵，迄灵有好有歹的哦，所以讲这个。当我讲到你，有一个查某人，安尼呐，迄个法师一边啊吼，甲讲诶，你这查某人，你囝无头壳，你拢不知影，啊，迄真正有头壳无？有啊，迄头壳已经互迄法师笨无去啊，厉害呢，啊啦。但是这个在道教每一种人有每一种人，这个法度哦，来维持这庙的这个兴旺吉顺。所以讲，若用道教这个法度，则较无术力赢吼。较好个无术赢真悬个。这个道教无这个法度吼。伊就爱爱吼，爱吐啦哈，啊，家下无无啊，家下无拢无个咯，你学了个紧张个，爱要练个，所以讲，咱做做无以复正，你若学袂晓，一项对多先见效，见效哦，也不打你头，无睇你是干哈个变变顺。啊，搁只部分你学会晓，你安尼要带人来讲学国较定好。譬如阮只学母语，较早是拢无话啦，拢老母安尼教你个教。但是做有够好用啊！字啊，哦，迄个写偌好写呢，吼！我这写歌《小白花》啦，《金丝相印》啦，吼！迄个拢用加好无无用，啊，佫真少，因为即个人哦，拢学即个北京话，写即个华语，会即个字。要看这难字看，学得会，要无像我咧写，一定要甲注控制住，吼，控制住在无，
控制语言胆量啊，我这货有这控制语言的胆量讲哦，那是电子音是怎样啦？哦，再安尼要学过一点技能，要解决意思嘛，一点技能。所以讲道教也无得，那虽然讲教他们这一种不知，但是比这是这家长所在，一路发出去，他总会带动很多，这进入这情况内，他说我有道理，我思想。啊，是大人，大人幼细汉时候，命拢是自身食的凶运凶来的。如果伊若有无做呢，有迄个讲道教发做呢，即会当支持伊的好运哦。是正常在有凶来，你看，要做命，就玻璃所在做命，安怎变道书，道书哦，法书哦，法书有法书。一病病到迄，譬如讲妈祖庙、妈祖迄个像遐，迄有菜无？等南北食都有菜肉食，干都干食，迄北口面，北口面，啊只北口人观众啊，迄个猪啊，即种要炸一斤个。啊，迄煮来，迄无，迄无够困难，吼、哦。迄个真无香啦。道教有种有出看，加一点药有香无香，看着道教发福的菜，唔是迄个真正嘛做得厉害呢。迄是互人跟去做家业呢，吼、哦。啊，那上帝无来，上帝难看就对了。我好气啊！好，我另外想补充一下，我觉得潘长老哈，其实已经要把我本来要问的另外一个问题，刚刚已经回答了。那我想再提出来哈，我觉得这个东西蛮重要的，就是那个宝凤你在做这个研究哈。对于文化的诠释，你是用加法，就是，凡是跟这个噶阿巫的这个信仰相关的，你都把它加进来，包括什么茅山巫术啦，然后道教，基督教都把它加进来。那我觉得这个在这个文化的人类学的这种观念里面，当然是没有问题。但是现在有一点很重要需要去面对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说，噶阿巫现在在做这个文化复振的这个工作，那除了我们要有一个包容的一个心以外，我们是不是也要对于噶阿巫他原来的，属于噶阿巫特有的这个部分，做一个怎么？追溯，重新的一个追溯或厘清，要不然就会产生说你在这个文化复振的这个方向上面，可能会走到有一部分会走到受汉人影响的那边去，比如说我刚刚提到那个环太咒那个偶像化的那个问题，当然那个是一部分，但是如果你的研究能够有一部分就是确定他确实就是噶阿夫的部分，哪怕是巫术或者是这个主灵信仰泛灵信仰，就是他比较核心的部分，你能够把它界定的更完整一点，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这是当然我站在一个外来的一个对，观察。对了，可是我今天强调很多就是汉化的部分。可是我觉得我其实当然是说，你说像阿布达达万这个这样子的一个调查，就是他的名称，或是说他有没有娶老婆，这么细节的东西，其实早在魏惠灵时代，他都已经被调查出来了。
那你在当代是不可能有谁还会记得他，只记得就只知道说还咒叫做阿布达达万。但是我觉得我们的现况其实也很重要，就是我们整个宗教变迁的过程。我觉得那个，因为很多人讲说，你讲汉话不如讲韩话，尤其是像那个已故的潘英海教授哈，他其实也很喜欢讲他自己的理论是文化合成嘛。那个时候，以我的老师，我的田调老师就是他。那我记得我那时候，因为他平常哦，跟我们的教导方式就是我们有问题主动去问他，那我就问他说，老师，为什么在田调的时候有听到什么恰勾驴啦，这种的哈，还有说什么橄榄的老师是九天玄女，你敢有听过？橄榄的老师啊，讲九天玄女的，一个花青莲讲的呢，好，那结果。然后那时候，然后那个，我记得潘英海的表情啊，他就莞尔一笑。他说：“宝凤，你去看我的文化合成理论嘛。”对，也就是说，我其实对，然后他有在地化，就是那时候他提出这两个理论，应该是超共识的。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是他跟我讲说，那投射呢？对，就是反正其实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就是当我们是一个以主体性来那个出发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去吸收很多其他人的文化元素，但是只要主体性是我们自己就可以了。如果说我们今天没有这些去，就是说我们没有去跟别的元素相融的话，我想是无法走下去，是完完全全传统东西，是也没有办法跟这个时代脉动结合，然后它也无法被就是当代的人能够继续因为就好像说如果说就像当时我们家想要把那个神像砍掉一样嘛，对不对？其实我觉得神的世界，其实尤其是民间信仰，它常常是受人支配的。如果说你今天你功能不彰，或者说比如说很多人，其实也不是只有我们那个时候啊，现在很多人也是会把神像丢弃或是很残忍的对待他都有啊。对啊，所以我觉得宗教其实是会很容易会有叠合跟文化合成的现象，因为它要顺应时代嘛。那我觉得这样子的现象其实我们也很需要把它记录下来，而且我觉得那个也是就是你可以看得到那个轨迹，而且那是我们族人所做出的选择，不是吗？那当然你讲的那个本质，当然我们也是要，比如说像茅山术跟那个凤阳婆这个东西，我到现在我就是还没有办法完完全全可以去处理它。我只能说，我认为善蒙幻就是杂波偶一种哈，杂波偶还不贵，我觉得那个是应该就我会个人现在目前认为那个可能是我们原来的东西。可是善蒙啊这个东西，我强烈质疑是来自茅山，因为以那个橄榄的法术哈来看的话，我觉得他的种种的那个迹象显示，他其实有学到不少汉人的东西。当然这个东西我现在也就也一时没有办法讲那么多了哈。对，那只是说就是太多那个其他的，就是离开普里以后，太多善毛，太多茅山术跟太多凤阳婆这样的说法，所以我们有时候跳开普里来看，我们就可以看到更多的施政。哎，那个郑中导演，你有问题吗？啊，对，但是我先给那个，你等一下想想看，哈，你有什么问题？然后我们先给那个庄老师。我简单回应两个都跟那个另外有关系啊。一个是刚才谈那个低头我感到那个八座哈。我看到主要拢是海也多，啊，刚刚嘛是伫这个黄树林也多，啊，北投这个旧有村子，很好玩的是，他们认不得妈祖的像是什么，他们把它看成圣母玛利亚，这在那个荷兰跟西班牙的书中间翻译中文的时候，所以我的小说那个是第一部水乡的时候，我读的是。相当有趣啊！啊，这个有，因为你说过天要玩，我们再谈。我更有兴趣回应前面那个问题，说，潘长老作为一个基督虔诚的基督徒，
为什么会来补因为大陆的文化哈？这个事情使我想到1993年的冬天的时候，盖板来，另外呢，我们那个卡巴兰文化复兴之父哈，你看看你们好啊。其实我是那个平埔族纪录片导演，他的新社部落要进行一个仪式，那个仪式叫板干。一个头目，他们头目死了以后，那家里人很想念他，可是呢一直没有梦到他，所以他要进行这样的一个巫术的仪式啊。他请我去，而且希望我带着我的外人会把他记录下来。啊，过程我不讲，最后这个过程整个完，接下来从头到尾都在旁边看，还有负责帮我们解释啊。那接下来跟那个班长一样啊，也是当地的金色那个基督长老教会的长老啊，也服务了大概四五十年啊。啊，我就是。我跟你一样好奇，录完以后我就请教他，哎呀，那讲了，伊讲根据旧古约，伊讲台语哈，讲根据古约创世纪来咧讲，上帝安尼讲，我是唯一的神，除了我以外，无其他的神，但是我作为一个，基督教的信徒。当然我爱听，爱尊重我的信仰，但是我也是加巴兰人啊。我在服务我们的圣灵苏门的教会，至于我花了我的时间精神，是为我们格马兰文化做一点记录或推广事情，那是我的义务。我相信上帝，我的耶稣基督，他一个同意，张报告，谢谢。谢谢。我觉得张老师也是还蛮中立的，你蛮心蛮敞开的，